是 case 中心主任，我们这个活动是台大 case 所办的活动，所以我等一下讲几句话，大家就先把我要讲的话当成是你们每次看电影一定要忍受的预告片就可以了。在今年十二月的 case 头一次主办这个，姑且把它叫电影与科学这么一个系列演讲。其实我们讲系列，我们这一场只是第三场而已。那么大家可能有些是不是有些朋友上个礼拜来听过陈玉老师讲这个 Interstellar 电影背后的这个物理 ？OK， 那我们今天大家已经从刚才的这些图片已经看到，我们今天要来讲 Imitation Game 模仿游戏。那今天是礼拜六晚上，所以我就请大家以看电影的心情来欣赏这个等一下我们两小时的节目。大家可能会觉得说我来听这个是演讲嘛，好，那我怎么是看电影？我曾经看过一部片子叫做 My Dinner with Andre， 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电影迷曾经知道这部片子，这个还曾经小有名气过。这个电影啊，从头到尾就是两个丑男人对话，他们对话内容例如说，有个人就讲哇天气好冷啊，然后他们在餐桌上天气好冷啊，我受不了没有电毯。那另外一个人就说，天气冷你就不应该用电毯，你要感受那种自然给你的冷。 OK， 所以就做这种有人可能会觉得无聊的哲学对话。那我们今天这个 Turi， 你可以说他是数学家，某种程度也可以讲他是哲学家，我想等一下李老师会给我们介绍。那我们其实等于说也是一种哲学对话，可是我几乎确定我们今天的哲学对话内容会比这个 My Dinner with Andre 的那个在辩论说你到底冬天要不要用电毯 OK 来得有趣。 OK， 那我一些朋友看到说台大 case 办这个电影与科学的活动，他们就跟我提说，你们其实也可以谈某一部电影啊，某某电影啊。那我说，那你来讲怎么样？ OK， 所以我想这个活动我们会办下去，当然是不定期的办了，因为你有时候你要有这个刚好有电影可以配合。那我刚才在想说，说不定我们这个以后也可以跟台大的电影社合作。OK， 说不定还是因为如果说不看电影，光光听讲，固然我认为是很精彩的，可是说不定好像有时候还是是不是可以搭配看个电影的片段会更有趣。那我们今天整个过程跟以前几场两场是一样的，就是原则上我们就是有人这个讲故事给你听，那么基本上是要到差不多8:30到40左右，然后我们简单这个短暂休息之后，就有一个 Q&A 的这个session。好，那因为时间宝贵，我们现在就让电影上演吧。很感谢台大教中心，特别是高教授给我这个机会，来跟大家这个分享一下。Turing 这个人，是一个盖棺的时候并为这个论定的一个人物，他对我们人类的文明社会贡献是非常非常的大。可是在他死前，在他生的时候，这个社会回报他的却是相对的不足。他是一个非常引人入胜的一个角色。我自己从蛮年轻的时候知道这样一个人，几十年来关于他的资料不断的在这个有的被解密，我们知道了越来越多。所以他是我一直不管是他个人或者是专业方面这个学术方面都是非常非常好奇啊，一直想了解的一个人物，也可以说是我心目中的一个英雄。所以今天晚上很高兴跟大家分享一下他的故事啊。刚刚高老师讲得很对，我主要是要讲个故事给大家听。因为我对这个人是非常的这个珍惜，非常觉得他是非常了不起的人类历史科学史上的一个人物。所以呢，我对他的这个中文译名啊，首先有一点意见。我用“兵”这两个字啊，特别挑两个就中文笔画特别多的字啊。那我就想说，写这么多笔画，谁写这么多笔画？后来我想不对，这是我老头子才讲说写字，年轻人都打电脑，笔画多跟少好像没什么差别。所以我现在要说，不是这个笔画写的多让你手酸，要是笔画太多眼睛看得很累啊。可是为什么会挑这两个字呢？我觉得就是受这个大陆的这个影响吧，因为他们是简体字啊。所以他们那个图灵那两个看起来比较没那么辛苦啊，可是我们这儿傻瓜就跟着这个字换成这个繁体字，干嘛那么烦呢？我其实多年以来我自己喜欢的翻译是图灵，
字笔画也不多，然后姓也是一个真正中文可以当姓的，声音也差不多，所以我这个演讲里面我就回归到我自己喜欢的这个名字啊，这是我心目里他的真正的名字啊。OK， 所以这是我们的主角的这个尊，这他在你看底下有写吧，1951年他当选这个英国皇家学会的会士的时候正式的一张照片的。我这个演讲基本是段落，前面跟各位讲讲故事，他的生平，中间顺便跟谈谈这个电影跟这个真实的事的这个落差，第二段我要讲讲他的学术贡献，希望能用很平实的话，让在座不管你是哪个这个学历的程度，大概知道他的重要贡献的重点在哪里。最后，如果时间还够的话，我就再讲讲他身后的这个荣耀，在这过去这个20多年间，把他从一个连英国人一般人都不知道的一个人，到了这个以后，被公认为是这个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甚至好像最近啊，前两年啊，什么时候这个奥巴马总统到英国去，就说英国最伟大的科学家牛顿、达尔文、Turing 啊，所以已经上这个地步。好，那么这个电影模仿游戏基本是根据这个书这传记啊，左边是那个作者Hodges， 然后他就不同版本，这个2012年他被名字吧，所以是有中间有这个百年，那么边当然可以看得出来，因为电影一红了，马上赶快就新版出来了，电影封面。中国大陆有这个中文的这个翻译版，我是没看过他中文翻的如何。据我所听说了，时报出版社现在正在找一些人要翻这个书，想在这个年底出版。可这个书啊非常厚啊，然后是相当权威的一个书，我想翻译非常困难，看起来也非常的不容易看，但是确实内容丰富。因为这个 Hodges 先生本身就是一个数学家，而且他也是一个男同志，所以在1980年代以前，他开始在专业工作里知道 Turing 的事情，被他的那个生平吸引以后，他就下了很大的功夫去了解他的生平，然后要替他这个男性就男同志的这个的遭遇的事情做个平反工作，所以他怀着一个使命感写了这样一个丰富的传记。1983年首次出版之后，才使得英国的社会一般人慢慢知道说，哦，他们的社会，他们的过去二战的时候曾经有这么伟大一个科学家。好，这是我们这个大家今天来想看电影或者已经看过的话，这是这个电影的这个海报。那么它被提名第87届奥斯卡金像奖，可最后只得了一个最佳改编剧本啊，这个有点让大家稍微失望一点。特别是这个男主角，反现在是红得不得了，大家都非常喜欢他。只不过就是你看他在这个电影里演，好像忘不了他的福尔摩斯啊。那么至于Turing本人是不是像福尔摩斯，待会儿会再谈。你想他在台北首演的时候，第一个礼拜4天票房就1311万，不管怎么样，我们谢谢这样的电影，让我们的社会，特别是年轻人，也知道有这样一号的这个了不起的科学家。Are you paying attention？ 预告片里面还隐藏了一些其他的这个有趣的事情，有一个字谜在里面，大家可以上网查他那这一段的这个预告片啊。好，这个电影里面呢，把这个 Turing 的这个一生的找了3条主轴来讲故事，一个就是他这个1928年他的这个图灵的这个少年期的那段故事，第二段主要是他就在那个 Bletchley Park 做这个解密码的故事，第三个当然就是这个他的同志的行为就被警察给逮到，然后他的遭遇，主要就是3条线。那其实这3条线里面并没有把他在学术上最重要的贡献给讲出来，因为那个他怕讲出来大家实在太累了，可能听到那个数学就睡觉了，所以挑了3段其实不是他这个人类文明最重要的贡献的事情来讲，但这故事讲得很精彩啊。所以呢，我说这个电影本身是一个非常好看的电影，但是你要把它当作是 Turing 传记来看的话，那就内容跟史实出入非常非常之多哦。我今天后面会提一些主要的出入，但是我的重点不再批判他的这个错误，因为大家想，你看《三国演义》都很精彩，你会去管那个孔明真的那么厉害吗？是的，历史跟文学跟艺术这个是两码事。就怀着一个很好的这个欣赏意，不管他故事好，或者是角色们演这个事情，可是呢，这个人 Turing 实在是一个了不起，而人生有很多值得我们去咀嚼、去反省的事情，
所以我今天这个机会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真正这个人的那个历史上的事情啊，一些精彩的事情。好，所以这是我们来那个电影，以及同时来了解这个真正人这个两件事情，这个立场我们要搞清楚。所以网络上也有很多从不同角度批评这个电影啊，有的人嫌了他的祖先在电影里面被演得跟真实的人不一样啊，有人是站在同志的立场，认为说把这个Turing 描写得太最后很非常脆弱，种种立场批评的，我觉得那个都是对我来讲那个不要紧，就是电影看起来很精彩就好。但是我同样愿意花很多时间了解这个真正的人怎么情形。所以第一段我就来谈讲故事吧，就是图灵的这个生平。他在这个1912生于英国伦敦啊，他母亲生他那个地方现在你到伦敦，他已经改变成一个叫 Colonnade Hotel 啊，那个上面有牌子纪念说他在那里出生的。这是他的父亲啊 ，Julius Turing。这是他跟他的母亲，不过这是因为太早年的照片找不到很清晰的啊，大家看的不是很清楚。那他父亲基本上是在这个英属的那个时候还是殖民地印度工作，所以 Turing 很小的时候，他的父母经常不在英国，他跟他的哥哥都被托养到别人家里面，有开始是一对比较年老的这个夫妇啊，所以据 Turing 的哥哥后来讲说，这个对 Turing 的童年。因为常常离开父母会有点影响，不过这个也很难说了啊。但他这个小孩家里面到印度去，但对他是非常的爱护啊，从小都非常的这个注意他的发展。那么他很意外的这个年轻就过世之后，他母亲是非常伤心的，所以这个世界上第一本 Turing 的传记其实是他母亲写的。这个在2012年也有新的这个百年版的这个新传记啊。但早年大家并没有注意到这个传记，而这个传记你去看，因为他是母亲在他死后不是很久写这个传，其实对他背后的很多事情他母亲都不知道，他母亲不知道他是同性恋，他母亲也不知道他做解密码，他母亲不知道他很多很多事情，所以这个传对于了解 Turing 在这方面的贡献没有太大的帮助。但是特别是写他小时候，他母亲做一个母亲的心理描述他的时候的过程，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地方很动人的啊。特别我记得中间有一段，有一次，他父亲还在印度，他母亲回来，短暂时候要回去印度的时候，他母亲叫了车子离开那个寄养的家，车子往前跑，他就看那个小 Turing 大概是五岁多的时候，在路上跟着后面追着叫妈妈，哦，所以你看到这段你会觉得哇，这个那个母子要分离的时候那个感觉啊，所以这是他母亲帮他写的这个传记，这你看他小时候可爱的小朋友。5岁啊，那这个时候他小时候并没有表现得特别什么很与别的小孩不一样，他母亲说回忆他小时候也就跟一般的小孩一样很快乐的过活。他跟他哥哥这个叫 John Turing 一起照的这个照片。好，1918年他6岁的时候他入学了，但是那时候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现了，一直到10岁转换学校以后他的表现才比较好，而且开始学西洋棋这种用头脑的这种游戏。但他妈妈的那个传给他写的传记里就提到，他大概8、9岁以前，他跟一般小孩差不多，就是可爱这样的小朋友。可是好像8、9岁之后，他的个性有比较明显的转变，开始比较有点就是内向，也可以这样说，或者注意到自己的事情。但他母亲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转变啊？那么你看，1923年。他妈妈还画他这个在旁边仔细的观察这个一丛花丛啊，所以这个Turing 可能从小对自然环境观察是非常有兴趣啊，然后后来他上学的时候在学校里也是很喜欢动手，这个化学实验或其他的动手的事情，那经常搞得脏兮兮的啊，这他妈妈对他的这个描述啊。那么到1926年，他进了这个。所谓的英国所谓的 public school， 其实是经济环境不错的这个家庭的小孩送去的那种私立学校，叫 Sherborne， 这种英国比较传统这种，其实英国社会阶级性很高的，这些学校里教育经常是以古典教育，拉丁文啊、什么文学啊、历史啊这些为主的，可是这个 Turing 并不喜欢这些古典东西，他喜欢搞这个科学跟数学。好，这是1926年，你看这个在中学里的这个 Turing。1928年啊，稍微成熟一点的样子。好了，你看他老师的评语跟他成绩单，你看左面那个两行就觉得有点吓你一跳。
英文课一般23个他23名，拉丁文21个人他20名。所以我们这个天才小时候不是在这个，那么老师写这个评语啊，字迹比较乱的，看不清楚，打出来你看看啊。大体来讲，英文老师就说：“哇，他这个写字又潦草又不正确啊，干什么又脏？”他说：“这些表现。”但是我不太能容忍什么呢？Stupidity， 他愚蠢，什么愚蠢呢？他的态度 towards sane discussion on the New Testament， 对这个新约圣经，大家很头脑清楚在讨论的时候，他居然那种愚蠢的态度啊来讨论这个事情，所以老师就这个言下之意非常。觉得他非常差劲，但你可以想象 Turing 这种脑袋以后来的表现，总是他会问一些那个老师们不太习惯的问题啊，会使得老师觉得他很 stupid。那么这个常常这个很多当时被当代的人认为 stupid 的人，后来有些与众不同的这个创建了。那譬如拉丁文的老师啊，反正也是说完，最后他就说他是ludicrously behind 啊，这个成绩实在太落后太差了。所以如果光看这个文科老师的成绩，你会觉得这个人在中学不是怎么样的好学生了。可是呢在1927年他自己读这个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居然自己手写了一本书啊、哦、你看左面是这个他的书的封面。因为这个原稿是在剑桥大学King's College 国王学院几藏了他的这些手稿，网络上都可以看到，可是没办法download啊。所以我就临时就我那个电脑前面照了两张照片，可是我那个电脑荧幕是会反光的，所以这个照片里面有点花花的、哦、给大家看，特别是左边你如果你看得清楚的话，这里他特别写他是给他妈妈写的这个书，而且他是15又1/2岁啊，15又1/2岁写这个相对论的这个概要，那绝对不是普通的程度的学生了，不像两个文科老师讲那么糟糕。1928到1930他就跟这个 Christopher Morken 成为好朋友、啊、那么这个 Morken 呢也是喜欢科学跟数学，所以两个人气味比较相投，但是电影里面写那个 Morken 他让他学了密码学这件事情是完全没有的、这个不是事实，实际上他是看了当时一个很 popular 很的这个数学游戏的这个趣味数学的一本书里面提到这个密码，他才知道有密码这个事情。这个时候确实图灵开始他的性向有这样的倾向啊，他极力接近这个 Morken， 但是 Morken 跟他是好朋友，可是并没有很热情的回报他的这个对他的表达的这个热情啊。那至于电影里面演他们俩怎么开始好起来，这个 Turing 很倒霉被人家钉到那个地板底下干什么，这个纯粹是戏剧，使戏剧比较精彩啊，这个没有这些事。好，各位可以看一下，这个 Christopher Morken 在1930年的2月就突然就逝世了。他家庭是家庭非常好的家庭，所以这个度假期间呢，6天生病6天。其实呢，他一直从小就因为喝牛奶哈、啊，那个年代大概对消毒方面不注意，牛奶里有结核病，所以感染了这个TB， 所以很快就最后犯的时候很快就。他有这个 TB 这个事情，Turing 并不是很清楚的，所以呢，他听到他的这个死讯是相当的震惊。不过电影里面演，就是说只有那个校长跟他突然讲这个事情，真实的也没有，不太是这个样子。就事先他们已经给他一点讯息，说要让他这个伤心的事情发生，然后跟他讲这个事情。那么在这个 Morgan 死了之后，其实 Turing 还经常至少好那个 Morgan 的这个我这边打出一个字，这个家庭呢有一些来往，所以他有时写信给他们讲。就是他相信人有这个等于说灵魂嘛，精神会长存，所以他写一个一篇短的文章叫 Nature of Spirit， 最后 Spirit finds a new body sooner or later perhaps immediately， 这个他认为Morken 这么一个优美的灵魂，这样一个心灵居然就死去就没有，这个他很难接受，所以他一直在想说他怎么样能捕捉出他那个美丽的心灵，所以这个对他后来发展这个所谓模仿游戏电脑能不能展现出心灵活动是有思想，是有一个先前的一个伏笔，有一个影响的。好，这个是30年代他在Sherborne 跟同学们在海边旅游的时候的照的一个照片啊。然后Morken 的父母亲就 Morken 过世以后，他的父母亲就设立了这个在学校设立自
那么1930跟这个1931，图灵两次得到奖，而且他要求的这个得奖的奖品是冯诺依曼的量子力学的数学基础，高中学生呢，而且这是德文的书，所以这个电影里面说图灵不懂的德文，你不懂德文干嘛来解德文的密码？不是，他懂德文，不是很好，就是，但他可以看德文，而且他得到这个爱德华六世的数学金牌，他两次想考剑桥大学的三一学院 Trinity College， 有名的这大科学家出身的学院。Morgan 活的跟他一起去考 ，Morgan 考上 ，Turing 没有考上，考两次都没考上，就他是因为得了这个奖学金，所以勉强就到了剑桥的 King's College， 等于第二志愿啊，进了剑桥。所以电影里面有杜撰这么一句话啊，叫 Sometimes it is the people。这声音有点不稳定了。好，谢谢。低一点。现在讲声音大家都听到啊。好。电影杜撰这个话，就好像说他原来没有人觉得他能成大器，所以居然这有人后来成大器。其实你看他在这个中学的表现，虽然他文科不怎么样，但他科学方面是不错的。他的人是有点行为是跟人家不太一样，可是在学校里，也大家也知道他是个人物。虽然没有一定认为他是个天才到后来怎么伟大，但绝对不是那个什么 "Who no one imagines anything of"。这个话我相信是电影的这个编剧自己这个完全杜撰的。好，1931到34呢，他就到剑桥大学的国王书院，成绩非常好。然后1933，他自己自习了当时很有名的一套巨著，叫《数学原理》，是这个Whitehead 跟 Russell 罗素两个合作，他们就是要为这个数学真理寻求一个非常严谨的基础，把数学整个建立在符号逻辑的这个体系上。那么，所以他用符号逻辑出发，想整个写整套数学。不过努力写了三本以后就写不下去了。那么，特别是前两本，罗素那时候很年轻这个力壮有精神，拼命写到后面他跟他老师怀泰是他老师年纪比较大的，实在精力就不行了。为什么？因为你看一下这个书啊，这是很 typical， 满篇整卷整卷都是这样的符号的东西啊，这个写的人很累，看的人更是看不下去。所以这个世界上科学史上少数的一套非常非常著名的著作，但是几乎没有人要看的著作。但是有意思，就是因为它科学史上有价值，所以你今天看这个剑桥大学出版社这个书还是可以卖的。我们中研院数学所图书馆也有，好像还不止一套哦。好，1935年他发表第一篇数学论文，叫做这个左右的 almost periodicity， 代周期函数啊，这个都这是一个中间的这个那个时候有个热门的题材。在他那个年龄啊，1935啊。就是23岁就能写这样文章，而且发表在伦敦数学学会的这个 journal 也是不简单的。然后他另外还写了一个 on the Gaussian error function， 跟那前面的题材完全不一样。因为做这些工作，所以他获选为国王学院的 fellow。那 fellow 其实在那个英国的这个学院，他就是等于研究员就是了。那他给他一点生活有钱，钱并不是非常多。在1935年，他在这个拓扑学家Newman 的数学基础课，听到了 Hilbert 希尔伯特的判定性问题。1935年，那就是23岁那年，对不对？年初才听到这个东西，到年终的时候，他就开始对这个问题有兴趣。所以启发他对这个问题有兴趣是这个 Newman， 是一个这个拓扑学家。而这些问题在当时的剑桥来讲，没有几个人知道，并不是说这当时非常热门的。虽然后来看是了不起的数学史上重要问题，当时没有人懂这些，没有人 care 这个事情。就是 Newman 这么一个人，也蛮特殊的一个人。居然在欧洲参加别的会，知道这些进展，回来就自己开个课来讲这个数理逻辑最新数学基础最新的这个发展，然后说这么一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就引起了这个 Turing 的这个好奇。所以 Turing 这个大学的这个教育过程让我非常的好奇，因为现在大概找不到完整的他修课中的记录。就在这4年时间之内，他从一个很普通的高中学生，虽然好一点就一下子变成最尖端的数学最尖端的问题，他可以思想完全原创性的思想。那么在1936年，他就发表这个科学史上非常重要的这一篇文章，这个内容待会我们再谈啊。这个是剑桥的国王学院啊，风景漂亮。这是他的老师 Newman。然后在1938年他就留学到 Princeton 大学获得一个博士。如果他留在英国，英国当时学界对拿不拿博士根本不 care，
你是这个剑桥大学的 fellow， 只要你有研究有成果，循序渐进上去，自然就有学术地位。大家不太 在乎这个，不是不太在乎，基本上就是不管这个博士学位。可是因为他做这个题材，当时 Princeton 有一个Church 教授，在这方面也发表了东西啊，我后面也还会再提。所以他的老师 Newman 就说：“那你去 Princeton 跟他谈谈吧，看继续怎么发展。”然后刚好那个时候 ，von Neumann 在Princeton 就替这个 Turing 写了一个介绍信。那写的介绍信里面，他是跟 Princeton 讲说，这个年轻人在这个剑桥做了一些工作，是指他那篇发表的论文，那个带周期函数的那篇论文做得很不错，所以你们可以给他这个这个入学，然后还不要忘是美国还是英国方面有个奖学金，所以多给他一点钱。所以 von Neumann 完全没有提这个Turing， 这是1938，他1936已经发表了一个重要 paper。完全没有提他那个重要论文的贡献，而冯诺依曼对数学基础是知道的，所以这里留了一个公案，你知道，让人觉得很好奇的。然后他38年拿到这个博士学位，哦，当然他写介绍信可能比38稍微早一点，但至少他写介绍信的时候，他是时间上他应该是会看到这个 Turing 的论文的。那么发表了一个学位论文，这个学位论文的学术程度呢水准呢远超过他的指导教授那个 Church， 可这个已经是非常专业，所以一般人。平常大家不太知道这个贡献。好，1939他到了 Bletchley， 大战一开始他叫 Bletchley Park 参加解密工作。然后这个1939到1940呢，其实他是有一个另外一个数学家的帮忙，叫 Welchman 建造这个所谓叫 Bond 这个解密码的机器。1940到42呢，这是德国的这个 Enigma 这个编码的这个就是个密码机器的，它的这个复杂程度又增加了。所以早期他们的方法现在不怎么能用，那么 Turing 在这个设计这个解决这个新的更复杂的系统里有非常关键重要的这个贡献的。然后他把这些知识呢，他们的英文知道的东西，在1943到1945，他曾经还战事的时候，他还跑到横渡大西洋很危险的，那时候德国的 U-boat 那个潜艇一天到晚轰着这些盟军的这个船只啊，所以到英国去到美国去协助美国人来解密码。所以美国后来也建造美国人自己的 bomb machine， 可是跟英国的是不怎么太一样。然后呢，美国人因为比较有钱，因为在二战的时候英国人很穷了，连吃饭都是靠美国人送面包嘛，对不对？电影里也讲了，面包都不来了，人都要饿了。所以美国人机器呢用的资源非常大，英国人能造机器用的资源就比较少。可是 Turing 回来的印象就是说，美国人解决问题就靠 equipment， 靠设备，不是靠 thought， 不是靠思想啊。所以他觉得美国人有钱，所以财大气粗，靠拼命靠那些基线的功能，而不是真的好好想的很深刻的东西。这个就是著名的这个 Bletchley Park， 本来是一个有钱人家一个贵族的庄园吧。这个二战的时候就被这英国的情报单位选中作为解密码的极机密的地方。这个就是 Hut 8，因为原装的大厅地方不够，除了一些比较重要人坐那个大厅，特别是那个庄园的那个二楼部分。就被电影里面那个叫做 MI6 英国最机密的单位就在那个里面作为办公室。后来的这些人的专家呢还有很多其他工作人员呢就逐渐在这个庄园背后的空地盖临时的房子。那么这些小房子里面都变成现在来看都是历史上很有价值的地方。好，大概讲一下这个密码机这个 Enigma， 这是它长的样子。那么你如果把这个中间这个盖子把它掀开来的话就变成这样，你就看到里面有这些轮子在这里是三个轮子，后来发展到有四个轮子的。那么这个盖起来，比如这四个轮子的时候，盖起来会显示出来一些这个英文字，有的是数字啊。然后你就开始的时候把这些英文字放到固定的位置啊。然后呢，先看后面这个，然后前面呢有这个所谓这个连线的这些板子，把一些字互相用这些线把它连起来，这个机器呢就设定好。设定好以后呢，你在前面这个机器的前面这一部分打任何一个字，那么后面这个部分呢就有一个灯泡亮起来，就对应一个字母亮起来。所以这个机器本身并不会发出去讯号，它只是替你改变密码。所以你的明文在前面打了以后，灯泡亮的旁边就有个助手把它记下来，那个就是密码，就是那个已经有加了这个密的这个文字。然后呢，这个加密的文字再用一般的摩尔斯码无线电发出去。所以英国人收到他们这个密码，收到这个密码是很容易的，只收到下来又不晓得讲什么东西。那么这个关键就是说，除了前面那个 plug board 那个连线让那个线路有变化之外，每一个轮子里面拆开来，
哦，里面你看它有26个字母一圈，里面这些线呢就非常复杂的这个关联程度啊。那通常这个机器会附带一个盒子，里面有5个这样的轮子，所以用的时候你从5个里面随便拿3个出来，然后这3个位置还可以随便排，排好以后，然后把它那个方块里面小窗子露出来的字母位置固定了，那么这个机器和前面线连好，这个机器的状态就 OK 了。然后你打一个 A， 如果它亮出来是 H 的话，那你反过来如果打 H， 它 亮的就是 A， 所以互相导。因此你这边编的密码经过无线电送到对方，对方如果事先大家约好了，我的机器按照是哪一天什么时间要这个安排在一个什么样的开始状态的话，他就把那些密码打进去，再去抄那个灯泡亮出来的字，就得到他原来的铭文。道理就是这样，可是复杂就在这些线的连起来以后，那可能性就非常非常大。那个店里不是特别炫耀那两个奖，什么多少多少很大很大的一个数字，有多少可能性？所以你要一个一个去试验，那是不可能的啊，不可能解决的。所以这大概示意的图啊，就是说这个电路这个你按了一个键以后，电流怎么去流啊，互相这样转一圈，得到这个码。那么这个机器是老早是一个德国人工程师发明，在一次大战后不久，它开始是一个商业的机器，所以它有这个专利的啊。那么开始还没有前面那个连线板，然后后面的轮子就基本上只有3个，相对比较简单，可能数量的就可能变化数量就比较有限一点。然后左边这个图就说这个机器也不断的有改良型，后来这个家伙他就要赚钱嘛，他就向那个德国军方去推销，卖给军方，军方买了以后就把它再改得更复杂一点。好，所以你看左边它那个等于是家谱一样，这个机器其实经过一些变化，不过基本的运作的原理是这个情况。那么现在你在网络上都可以找到这个机器的模拟器啊，所以你找到这个，你可以自己来玩玩看这个编码干什么。如果你到这个市场上去买，有那个仿制的价钱可能比较便宜，好像如果是真的是二战用过的原版的，上是多少万的美金的这个啊，还是有存货。可是这个最早解这个enigma并不是 Turing， 也不是英国人。1932年有波兰的数学家解决了，这三位年轻的这个波兰数学家，解决了这个密码，把它破掉了。好，他们破这个密码的关键是什么呢？第一个用数学，在那个之前，我底下蓝字写的，英国人在那个最早的时候还以为密码是跟语言学有关，对不对？所以要找语言学家，这也是电影你记得吗？突然一来就把那两个语言学家给 fire 掉了，啊，所以那个下西洋棋的高手说 ，even for you is not human， 对吧？这个太不人性了，做这样的事情。可是波兰虽然是个小国弱国，但是波兰最早抓到这个要领，说要破解这种密码是要靠数学的分析，所以这三位年轻数学家做了分析以后，然后正好德国有个间谍在巴黎生活，这个人非常生活手笔很大，要钱，所以他知道了一些这个编这个密码，就是你要约好哪譬如说这个礼拜几那个轮子要放什么位置，那时候他还没有连线，但轮子怎么放到哪里去，有些必要的一些讯息，这种密码本等于是要。这个叫这个 Schmidt， 这个德国人呢，他手头有这个东西，就把它偷偷卖给这个波兰人，所以波兰人有这个情报。还有呢，就是很巧的，有一次波兰人，这个细节我还没有仔细查清楚，在这个邮件的过程中，不知道怎么捕获逮到一个这个德国军方的enigma。如果商用他们当然知道，可是他逮获了以后晓得哦，他们有其他的一些改良，所以知道硬体这个密码大概是怎么做的，所以你知道这个硬体怎么样。跟你去解，它一定有利于你去解这个密码，对不对？所以波兰数学家有了这些资料以后，然后当然他们也很聪明了，就能把这个德国的开始的就早期的这个军方的密码就可以破解，但是波兰是个很惨的小国家，被人欺负很惨，所以这三位数学家，这是1941年在法国南部照的照片。为什么从波兰跑到法国南部呢？因为在1939年年初的时候。波兰的因为这三个数学家其实也是在波兰的这个等于是密码局里工作，他们管密码这批人就觉得这个情势不妙，看上去这个战争要爆发，那波兰显然没办法抵挡这个德国人，那德国人如果来了以后发现他们做这个解密码工作，那不是德国人他们这套功夫就完全前功尽弃，如果他们想支持盟国的话，那德国人就改变系统，他们就没用了，对不对？赶快找这个法国人，然后联络了英国的专家，所以你们赶快来波兰来华沙来看，告诉你们说这个德国人的这个密码系统是怎么样的状况。但是在1939年的这个一月吧，大概他们来了以后，在波兰的这个华沙的这个郊外森林里面秘密地方去交换这个情报，看那个时候好像
法国人跟这个英国人啊，并没有马上都受的感动啊，也可能后来没有完全把真话全部讲明白。然后到1939年7月，这时候波兰人觉得说这战争马上就要爆发了，所以就请英国人跟法国人来说，这次要把底细都要告诉他们。所以英国人来的人谁呢？就包括电影里面那个老那个 Turing 的顶头上司啊，那个专门好像跟他作对，那个人本身是一个很高明的解密码专家，所以他跟另外一个在那个 Blash Park 另外一个解密码专家，他们很大胆哦，从英国虽然那个战争还没有正式爆发，但是德国气氛已经很不一样，他们特别坐车子经过这个柏林，然后到华沙，因为他要看看德国那时候状况如何。所以在华沙的时候，波兰的这个解密的这个梯队就把所有的情报都告诉了英国人跟法国人，包括那个伊尼格玛的信，而且他们还复制了一套，给英国一个，给了法国一个。所以电影看那个解密的时候，有那个伊尼格玛的信，那个按理说在历史上就是波兰人做的，给这个英国人的。然后呢，1939年9月吧，这个突然希特勒这个突袭波兰。那个之前反正风声鹤唳，情况不妙，这些搞密码这些工作人，他们当时最危险的，所以那个法国的方面的盟军的法国人支持这个波兰，赶快把他们从波兰给拐出来啊，就到了安排在巴黎附近的一个乡下的地方。可是他们离开了他们原来的地方，其实就英雄无用武之地，而且他们离开华沙的时候不敢留下任何痕迹，说波兰人曾经有解过德国人的密码，说一切的档案机器全部毁掉，完全都没有，所以他们到了巴黎也没有东西可以做。然后就等在那边，然后局势就越来越那个不利。后来法国人就把他们送到北非，还是法国的殖民地地方，等待情况的变化，然后再把他们从北非又到了法国的南部、啊、然后最后把他们翻过这个皮里牛斯山，想从西班牙偷渡到这个英国去。那中间只有两个人成功了，其他有些人，有的人是在过这个地中海的时候，有人就表示船难还是怎么样就过世了。有些人后来就被德国人逮到了，在这个越境时候被逮到，就送到集中营。那其中有一个人在集中营的时候，刚好盟军去轰炸，就不幸把他炸死了。然后另外几个反正都受了很多痛苦。那么有两位，就是左右这两位啊，特别是右边这个最主要的那位数学家。那么他们后来就在二战的时候到了英国，英国那时候有波兰流亡军队啊，流亡政府样的，所以在那里面工作。可是英国人没有再让他们进入那个真正高的密码工作，他们帮忙做一些，因为密码系统很复杂很多，做一些其他的工作。那么左边那位在二战之后就留在英国继续教书，因为这些工作都是秘密，所以他们也都基本上等于隐姓埋名，别人也不知道，就当个普通教书这样。而右边这位主要这个数学头脑，他二战愿意回这个波兰去，可是回去的时候别人就跟他讲，那时候因为俄国人不就占领这个波兰嘛，说你做这些工作对你这个其实危险很大，你绝对不要透露你身份，你知道。而且那时候英国这方面也不愿意让这个斯大林知道西方社会到底是解了多少德国人这个密码，因为他们有点想啊，丘吉尔脑筋是很炸的，他有点希望说，如果苏联人抓到德国人的密码的东西，以为西方人没有，就是英美没有解破的话，那么那个时候苏联的人继续用这些密码机的话，那不是英美就吃现成的嘛，就知道那个，因为马上就是冷战时期了。所以这位这个Marian Rzewski 回到这个波兰以后，真的是隐姓埋名，只在各个公司里面当会计，做了一辈子的，从来没有透露他的工作。所以呢，其实他们波兰这么重要的贡献，其实开始战后二三十年都不知道，就最近这个二三十年慢慢才事情解密，才晓得他们的重要贡献。可是他们的贡献，英国来讲，他提供了这个机器的原型，然后原来在那个比较简单的这个模式的时候解码的方式，但1940年开始的时候，德国人就改良了。德国的陆军跟空军基本上还是用原来波兰那个型的机器啊，那然后就说前面加了这个连线的 board， 可是德国的海军，因为他们有那个 U-boat 那个潜艇啊，是非常厉害的，会这个集成横渡大西洋的这个盟军的这些补给品，所以他们的保密程度要的更高，所以他们的机器呢就变成从三个轮子变成四个轮子，中间又增加了很多这个比较复杂的事情，所以这些事情对这个 Turing 他们英国人来解密啊是个新的挑战，所以不是说他们完全吃波兰的现成的就完了。但是波兰是有他们的贡献，我们不要把它压低，但是英国人确实有他们自己做的，也不是完全这个靠这个波兰人就可以了。特别是中间德国人海军换成四个轮子的时候，有九个月英国人一筹莫展啊，完全不能解这个密码。后来是这个 Turing 是很聪明，就发觉这个德国人因为自以为他的密码是 unbreakable， 是吧，所以里面犯了一些小错误啊，那个小错误他们认为没有关系，可碰到更聪明的人就从那里就找出他们漏洞了。
他 Turing 就还有一个就是 Turing 在猜，所以他是第四个轮子。他每天不是店里有吗？每天常常前面有一段气象报告，对不对？气象报告的时候，第四个轮子通常不动，用的是前三个轮子。那么他只要有一段这个明文的东西，因为他猜那个气象报告或者 Higher Hitler 这些固定会出现的字，就跟那密码去比对。然后这个 Enigma 机器有一个特点，每个字母不会打出来是他自己。德国人原来设计的时候以为这样会更隐秘一点，对不对 ？A 不会对到 A， 结果反而这是一个漏洞，因为你的文字 一串明文跟一串密码，你就挨着一个去比，只要这个比的中间有人两个字是重叠的话，表示这个一定不对。所以你要比到一个位置都没有重叠，那就有可能。然后从这里再继续推理，一些不可能的情况把它排除掉，然后剩下来还是很多数量的东西，但是已经比原来天文数字小很多，然后照机器去比对。这个就是 Turing 他们这个基本的想法。但这个电影里面演那个就是破了这个密码的事情呢，其实也不是说百分之百都破，而且德国人经常在换他们那个基本的那些安排的那些东西，所以你必须还有一些就是你能可靠的明文，晓得他们原来有一些例子是怎么做的。那这个中间还要靠什么？靠这个海军去把 U-boat 打到了嘛，就捞鱼啊，到海里去捞德国潜艇，你知道？所以德国潜艇有好几次啊，种种因素被捞到，有时候也很惨。有一个德国潜艇那个 被打受伤了，要沉了，这个德国人就把它砸了，就要沉船就逃了，对不对？这个英国的海军就拼命上去，趁他还没有沉光的时候去抢了一个密码本，结果密码本抢了一部分，也有两个人跟着船下去死掉了，你知道？然后也有一次运气比较好，就抢到比较完整。但这个中间要靠你抢到这些东西，还有其他的一些情报种种配合起来，大部分的程度可以这个来解。那美国人反正什么事情都揽到他脸上，觉得他自己最英雄。所以前些年美国有一个电影啊，中文忘了叫什么，这个啊，哎，对对对 ，OK， 就说那个德国潜艇啊被美国人给逮到，对不对？然后演得很精彩，这完全美国人吹牛啊。第一个猎到这个潜艇的不是美国，是英国人了。然后猎的那个 U-boat 号码也不是那个号码的，是有一个 U-boat 后来美国人猎到，现在在芝加哥的博物馆里展览。最后过了好多年以后，编那个电影的编剧公开向英国人道歉。所以如果我的祖先是做那样英雄事迹被人家变成那个样的话，我也会受不了，你知道？所以这个也有很多这有趣的这个背景的故事啊。好，这个解这个密码机叫 bomb 啊，这个 bomb 到底是什么东西？大家常把它翻作说图灵炸弹或干嘛，用炸弹来，因为声音或字只差一个字母就是炸弹，所以大家就说它炸弹。其实你查字典，这 bomb 是那种法国点心啊，是冰冻的，一层一层的用冰淇淋或者是那个 sorbet 冰起来的。那为什么这个解密码机叫 bomb 要用这个字呢？哎，这个到现在有点公案搞不清了，你知道？就说这个字英文用 bomb 呢，是根据波兰人那个机器解密码机叫 bomba， 最后的一变的 a。那么波兰人为什么叫 bomba？ 有人是说因为这机器运转起来，砰啦声音响大的不得了，跟炸弹一样。但是呢，又有人就说那三个年轻数学家有一个人，当初他们有个反正 idea， 有个 idea 突然灵光一显，就觉得可以的时候，正好在一个吃冰淇淋的店吃这种法国冰淇淋。所以就叫做 bomb 啊，那但是很有意思，就我今天早上看查了一个资料，就这个最后留下的那位就是原来最聪明的那个 Rejewski， 他后来这是就他临死前没有多少年去写了一个回忆，说波兰数学家怎么解的这个密码的时候，美国人把它翻成英文，他里面是说我们当时因为没有什么名字好叫，就把它叫做 bomb， 然后一没有了，就是炸弹，所以我搞不清楚这个到底是不是叫做炸弹，反正这个名字就是有点来历搞不太清楚啊，反正我们就叫做 bomb。然后不过也有一个有意思，就是说你想战争的时候，我任何军事的东西如果要做个东西，我绝对不会叫一个真的很像他的名字，这样人家就知道你在干什么，对不对？所以你要叫个假名字，所以不管叫做冰激凌还叫什么，反正是你们搞不清我在做什么。好，这个是 Bletchley Park 的这个 bomb 的前面这后面连线的样子。哎，电影里面那个 bomb 前面一大堆的红电线啊，干什么东西，是个编剧的认为说那个红电线很像血管，引起你觉得大家看起来很紧张啊？这原来你看刚刚前面没那个血管线啊。然后你说为什么不找个这个原来的 bomb 来演呢？因为丘吉尔下令所有的 bomb 全部拆得光光的，什么都不留。所以战争的时候为什么总层层的秘密？甚至在 Bletchley Park 的工作的那么多人员，到战争末期的时候达到八九千，当然还包括附近区域了。有人在里面男女结婚的很多，夫妻之间不知道彼此在干什么，是吧？秘密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可能英国人也很守规矩。然后这个 bomb 这个东西呢，到最后有200多台，在整个散布在那里，因为不能集中在一起，万一被炸掉了怎么办？然后这 bomb 运作起来的时候，温度非常高，因为那时候还是用机械性东西。然后当时男人都去打仗，所以其实在这里面大部分都是女性在工作。
那个职员，所以女性职员就利用这个 bomb 的那个房间里呢去晾内衣，很快就干了。好，所以这个是后来前些年他们在这个 Bletchley Park 要纪念这个英国人的这个贡献，所以这个时候红电线出来了。那这是现在看的这个前面的状况，这是线可以运转，真的可以运转。好，有关的 Enigma 跟 Bomb， 你要这样了解它里面的那个道理，有一个很丰富的网站可以看。好，想讲跟电跟历史 不对的地方啊，从来没有见一个叫做 Christopher 的解码机器啊，突然造的这个机器就是那个 Bomb， 没有 Christopher， 然后他也不是唯一这个设计这个机器，就靠他一个人设计出来，就我刚刚讲那个叫 Gordon Welchman 大力协助他，也是个数学家，可能电影里面连这个人提都没提，然后呢，这个机器 Bomb 的机器呢？Turing 是个很难得的数学家，会动手自己搞这些机械，不是他动手造的，不像电影里面他自己造机器。另外有工程师有专门配合起来才造这些机器啊。然后呢，这个 Turing 并不像他电影描写的那么不通人气啊，因为故意要讲的他好像跟天才就很孤绝啊，所以常常连这个吃 sandwich 的或干嘛都不懂，所以最后那个女朋友跟他讲，他小的拿苹果给大家吃，对不对？那个有一个英国的影评人讲说，哇，看到那段觉得很温馨，他也会拿苹果给同事们去吃了。事实上 ，Turing 本人没有自闭到这种程度，而且电影里面为了很精彩了，所以他问他那个 Denniston 说：“你的上司是谁？”我说：“是 Winston Churchill。”所以 Turing 就转头就走了，然后回去写信告越级告状了，然后就得自己就当了那个单位的这个主管，没这回事哦。因为刚开始的时候，这个Bletchley Park 的资源有限。所以他们开始有这个方法，开始靠人力就觉得不行，要靠机器。他四个人联名写信给丘吉尔，所以他们是合起来的。这四个人在那个地方号称叫 The Wicked Uncles， 都有一些聪明人物。左边是 Turing， 右边就是这个另外一位数学家 Welchman。左边那个就是那个Hugh Alexander， 他是两次的英国的这个西洋棋的冠军啊。在那个真实的事里面，Turing 是 in charge of Hut 8。可是他不太善于搞这个行政工作，那 Hugh Alexander 确实很会做事，所以后来就是 Hugh Alexander 真正来接管这些事情，而且战后 Hugh Alexander 也一直在这个情报体系工作。另外还有一个第四位啊，最有意思就是讲说这个电影里面有时候太夸张，电影里面你就记得他那个梯队里面一个最年轻的人，当他们第一次解破那个密码的时候，在地图上一看，哇，一大堆德国潜艇要包一堆商船来了。然后说是有几艘三艘还几艘英国的护航的军舰 Carlisle， 就这个年轻人他说我哥哥在船里面，说拜托你告诉他让他逃过这一次，德国人不会知道。但是 Turing 说不行，一下突然跑去把德国人给都砸完蛋，马上德国人就会怀疑，那我们这个前面的功夫都完蛋。即便眼看着这个老弱妇孺可能要被炸死，但是不能泄密，因为哪个比较重要。所以 Turing 是当然完全是冷静的理智的逻辑的思考，可那个人他哥哥的生命危在旦夕，那个就叫 Peter Hilton， 后来他变成一个很有名的数学家，活到九十几岁才过世、哦、那么现实的这个 Peter Hilton 去了这个 Bletchley Park， 第一天去的时候，因为他是忘了是剑桥和牛津的数学系的学生，因为他们都觉得数学系学生脑筋好用、找这些学生去。第一天他去报道的时候，就碰到这个Turing， 他说 Turing 给他讲的第一句话就问他说：“哎，你这个西洋棋下的如何？”你知道，然后就跟他讨论一个西洋棋难题。那么他的印象就是说，这个 Turing 这个人。在当下他对什么问题感兴趣的话，他就全副精神都在那个问题上，是吧？他其实这个人是很好的一个人。你看这一段话是这个Hilton 讲的，他说他明显是一个 genius， 但是他 he was a approachable friendly genius， 不像电影那么冷冰冰的人，但是很容易接近的人、啊、当然他有时候就你跟他熟了以后，你发觉他是很容易接近的，但表面乍一看起来他对陌生人他觉得有点那个尴尬，所以会在公共地方，比如他在 Bletchley Park工作，中午吃饭他走过那些长廊干嘛，有别人就说他老是低个头过去，就他不太喜欢跟人家去闲聊天、哦、所以开始也许人家觉得他有点那个冷酷、啊、你跟他认识以后瞧他是很好的一个人、哦、是另外一个年轻人也回忆说他其实非常的单纯，像小孩一样、哦、有这么样一个情形。而且他这边特别讲 a strong sense of humor、哦、并不是不懂得幽默。那么也是今天早上我最后在查个资料的时候，哎，很偶然找到这个 Peter Hilton， 后来很多我在澳洲的一些逻辑学家聚会聊天的时候，有人去问他说：“哎，你当年跟这个 Turing 工作情况怎么样？”他就讲了一些小故事，这些故事绝对证明说 Turing 绝对是蛮有人味的一个人呢、啊。譬如说，这个 Turing 在那个 Bletchley Park 很有名，他有一个脚踏车，这个脚踏车呢，这个转盘上面那个齿牙齿有个牙齿坏掉，
所以呢，转到里头，那个链条就会掉了，对不对？就骑不下去，是吧？但是 Turing 很有意思，他算好那一圈多少，所以他往前骑，骑到那个池要快要到那里，他就倒转了，然后再往前骑。所以别人都觉得很荒谬，有人跟他讲说：“你干脆买个新脚踏车，你干嘛要骑这个脚踏车？”你想 Turing 怎么回答？哎，他说我这个车不需要锁，没有人要偷，你知道？没有人会骑，只有我会骑，你知道？所以他是很有趣的人，对不对？然后他黑 fever 那个花粉热很厉害，所以每天到那个季节，他骑他那个怪脚踏车之外，他戴个防毒面具了。所以也在那个 Flash Park 一号人物、啊。然后更好玩是他就什么事情，他反正他有自己原创性的想法。突然有一段时间，他说战后英国的货币一定完蛋要贬值，所以呢，赶快把剩下的钱买成银块，把盆存起来，这样战后他可以保值，你知道？哎，他想了以后，他就发挥行动，就去把他钱不多了，就去买了银块，你知道？然后就找到那个不知道附近什么，反正是森林地带啊，多密森林我不知道，反正就树木很多的地方，找个地方把它埋下去，然后把记好他的 coordinates， 他坐标什么都记好。然后大概过了一年多，两年多，战争还没完，他大概有点忍不住，他就看看他的那个银条、银块还在不在，跑去一看，哇，树都不见了，你知道？有人要盖房子，这找不到。然后他当然不死心了，他说要搞个探测器，你知道？然后去探测。这个 Peter Hilton 就讲说，这就是 Turing 的特色。他说他要干什么，不管什么，他就是能做得出来。他那个金属探测器多灵敏，怎么样多好看，另外一回事。哎，他就是会碰到底下的金属会哔哔响的，所以他又跑去找了好几次，始终没有找到他的这个硬块、啊、所以 Turing 是这么一个有趣的人物。所以在 Bletchley Park， 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天，所以大家都称他 Professor、哦、包括这个电影里面还叫他 Professor。 他在这个剑桥大学只是一个 Fellow 研究员，不是 Professor。英国的 professor 学校很少的，要很有地位，对不对？所以呢，大家因为他了不起，有点戏称他 professor， 变成他的外号。可是真正的 professor 听得很不高兴，因为他根本没有 professor 那个地位、那个资格。所以他其实以主流来看，他当时是没有到那个身份。可是以学术成就来讲，他在这个时候已经是创造了人类历史文明重大贡献都已经做出来了。哦、所以这是 很有趣的一个这个科学社会学角度可以研究的事情、啊，所以你看，从这个电影里描述他哥哥都被害掉了这么一个人的角度，如果在历史上看这个人来讲 Turing 这真实的人，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啊、所以 Turing 其实是一个也许跟我们一般人有点不太一样的人，但绝对是个 有意思、有内心是非常温暖的一个人物、啊。还有他这个 女性里面唯一的女主角、啊、这个漂亮的这个女主角，她原名叫 John Clark。 那么电影里面当然很精彩了，因为她不到六分钟就解除这个是那个puzzle 来的时候那个字谜的那个东西，对不对？其实 Turing 本人并不是解字谜的高手，他曾经 publish 一个字谜题在报纸上面，但他自己并不是那个高手，也不是完全靠这个东西来找人的。特别是 Clark 跟这个 Turing， 其实他们在剑桥就认得，也许不是很熟的，但是认得，因为那时候女学生去念数学很少，所以这个 Clark 是人家都会知道的。特别是那个电影没有提那个 Welchman， 那另外一个数学家，是他是这个 Clark 的老师，可以说。他晓得这个女生很厉害，所以把她给请到这个 Bletchley Park。 可是 Bletchley Park 里面女生都只能做普通文职职员工作，这些解密码干嘛高级工作头脑都是男人的，所以女生是不能到那种工作区的。所以她进去就只能用这个职员的身份、啊、然后给她列在说她是 linguist 的，就是语言学家、可是什么特殊语言呢？没有写，没有特殊语言。然后因为她的数学能力很行，最后她的老师 Welchman 提拔让她就加入了这个Hot Eight 这个团队里去做这个解密码的工作。然后这个 Turing 跟他这个求婚，电影里面是因为他父母要把女孩子带走，所以 Turing 要留下来，所以给他求婚了。其实也不这么回事，到底为什么他 Turing 那时候说脑袋发昏要跟他求婚呢？这个也不是很清楚了、啊、但是那个年代的结婚，下面我引用了别人一段话，说是男女互相因为有性的吸引要结婚，在那时候不是流行的想法，大家把结婚当作是一个社会上的一个制度，到那个年龄就该干那个事儿就是了，所以，但是因此，电影里有一句话写的还蛮有意思。那女的跟他讲说：“哎，我们两个可以心灵相通啊。虽然我们都要工作，我也不会做个标准的普通那样的太太。可是我们彼此了解彼此的心灵，那这个已经是 better than most of the couples， 多数夫妻连心灵都不沟通的。”好，这个是很难得找到一个年轻时候剑桥大学的 Clark John Clark 的照片啊。这是他跟他的那个 Bletchley Park 同事们啊、这个一起的。然后这个在 Turing 母亲写的传记后面有他哥哥有写一些话，他哥哥就一切都比较像 normal 的英国的这个 gentleman， 你知道，
所以他哥哥的回忆就说，这个 John Carr 他的长相安全 safe， 然后说他不洗头，然后说他个人卫生有问题啊，因为这个 John Turing 周末带回去都是花枝招展的女生嘛，对不对？所以他也许写他有特别贬低他，可见这个女的是觉得他自己数学很行，但是有那个能力的女人，她不是在意这个方面的事情。我们来看看这个真正的 John Carr， 年纪大的时候当然是。哎，声音没出来吗？And Bletchley cryptanalyst called Joan Clark. I suppose the fact that I was a woman made me different. We did do some things together. Perhaps went to the cinema and so on. But certainly, 只有看电影哦，没有打 kiss. It was a surprise to me when he said, I think his words probably were, "Would you consider?" Marrying me, but although it was a surprise, I really didn't hesitate in saying yes. And then he knelt by my chair and kissed me. Though we didn't have very much physical contact. Now next day, I suppose we went a bit of a walk together after lunch.He told me that he had this homosexual tendency, and naturally that worried me a bit because I did know that that was something which was almost certainly permanent, but we carried on.And it was quite delightful. They were really sweet together. I was very upset when it broke up, and I didn't fully understand it, although Alan Turing had an attempt to explain it to me, which I think was perhaps not entirely the full explanation. We didn't know till after World War II that Turing was homosexual. At least I did not know. There may have been some people who knew. Perhaps Joan Clark knew.It could have been one reason that he gave to her for breaking off the engagement, for all I know. But it was probably a good thing that the security people didn't know, because he might then have been fired and we might have lost the war. 知道吧，在这个 Bletchley Park， 虽然女生知道他是同性恋，别人是不知道的，不然的话那个时候就会造成安全问题，他就不可能让他在那里面工作了。好，还有呢，就是这个电影里面说他跟他的上司 Denniston 关系很不好。这也是不对的，我前面已经提了 ，Dennis 本身就是解密码的高手啊，所以非常支持他们工作。还有最大的一个这个捏造的事情是这样，电影里面那个人叫做 Karen Cross， 啊，他是苏联的间谍，后来被这个 Turing 发现，所以他就威胁他说，你要告密的话，我就把你是同性恋这件事情给暴露。所以 Turing 就要暂时就没有公告这件事情，这个是乱编的，因为这个 Karen Cross 虽然在 Bletchley Park 做过事，两个在完全不同单位啊。以当时的管制的情形，他们彼此根本不会认得的啊、哦！而且他是战后才承认他是苏联的这个间谍嘛，因为战争的时候两方面还算是这个有这个同盟的站在同一个战线里面的、哦、而且这一部分电影这样演，其实有很多人觉得至少英国人感觉非常不满意，因为以当时这样状况来讲 ，Turing 只是人家别人威胁他要暴露他的同性恋，他就隐瞒了这样一个间谍的人的话，本身就是一个 treason 的，就算是个叛国罪，说怎么可能 Turing 这个人不是这样的人呢？所以完全扭曲了他这个。个性啊，他当初电影只是为了求效果。还有这个电影里面其他那些人物都是，虽然个性跟真实人有距离，但是有那些人，唯一一个没有的就是这个 Knock 这个警探，纯粹虚构。这编剧就是特别利用这个人来想，说一个普通很好的人，普通人，他居然会做了一个结果很糟糕的事情，我要凸显这样一个事情啊。那么这个Turing 的自己的同性恋被暴露出来这件事情，也不是说为了调查他这个跟苏联间谍案关联起来干什么。事实上就是他的房子被人家偷了，然后那个偷的人有个朋友就是跟 Turing 发生过这个性关系的，所以警察来调查的时候，那 Turing 就很天真的，就讲的就人家很会，警察很会盘问问题，他可能不是有意要讲，他讲人家一盘问他回答话都是讲真话的，他不会糊弄人的，就打个马虎说不知道忘掉了或干什么，
就过去，他就傻里呱唧就讲，而且他那时候有个错觉，说英国好像对这个男性同性恋要马上就要合法，觉得没那么严重，所以就讲出来，讲出来这个警察对这个事情感兴趣很，因为这当时是违法的，所以英。他暂时有点累了。第一，好，好，那个时候英国的法律，男性同性恋是 crime 犯罪的，然后呢，这个曾经英国的国会忘了是哪一个，应该下议院吧，这个讨论说这个法律应该扩充到说女性同性恋也应该犯法，哦，叫做两性嘛，因为不能只能男性同性恋，女性要犯法。可经过这个辩论以后，说不能把女性列进去，因为说很多女性不知道女性同性恋这个事，如果列在法律里面，反而等于告诉他们有这么回事儿。你现在听起来都觉得非常荒谬，但是那是当时的时代的那个严肃的情形，而且很有意思。二战的时候 ，Turing 在 Bletchley Park 工作，那里虽然是极机密的地方，但在里面给这些人绝大的自由度，所以他倒觉得非常的没有任何拘束，做他的事。可反而战争完了以后，进入了这个冷战时期，社会里是非常严峻的。所以那时候 Turing 其实很难这个适应这个当时社会的这个气氛的。不过他在二战里工作，外面是不知道，可是国家知道，所以1945年给他一个这个国家给他一个勋章啊。OK。这个机器听了也很难过。二战期没有留下这个 Turing 什么照片，这个大概就是他这个战后那个时候的这个照片啊。然后呢，这个中间其实他1936年发表了论文之后，他不是一个纯粹只是数学理论，他是想实践来这个做这个电脑，所以在1946年他加入了国家物理实验室，写了第一个程式储存在记忆体的电脑设计，这个报道1972年才解密。所以从前美国人又是美国人占先，说电脑是美国最早做的，英国人很早做的事情不能公开，是吧？好，这是当时那个地方的报纸有报道，这位年轻的34岁的这个科学家啊，做了这个电脑的工作，是他当时自己在报告里设的电路设计图，啊，他是能动手做事的这个数学家，这是后来他们在这个重建的这个机器啊。然后1948年的时候，他就被这个就是 Newman 到了这个曼彻斯特大学，就 Newman 就把他拉去啊，去当了副教授，只是个 reader 啊，就通常翻作副教授。然后1949年让他做这个曼彻斯特大学计算机的副主任，事实上就没有主任，他就副主任就等于主任。这是他那个时候发展这个电脑的这个情形。最右边站的就是 Turing， 他当时写的计算机的手册，做的最早的 program。这些东西都比美国当时发展其实先进啊，而他的思想上那个，因为他知道这个电脑真正的威力在哪里。这个中间他利用一些空闲时间，用电脑来 program 来玩西洋棋，已经在想这个电脑怎么样模拟人脑的这个事情啊。好，1950年他发表这个有名的，也就是电影的来源，这叫模仿游戏的这个论文啊。然后1950年当选了皇家会士啊，然后1952年呢他被捕啊，然后因为这个同性恋他不愿意坐牢嘛。所以只好打荷尔蒙，打的胸部都长出来了。其实他本来是一个很好的运动员，他这个马拉松已经可以到这个国手级程度了。然后这是他被捕，这个报上报的新闻。当然电影演就是那个女的又回来看他，但事实上真实上那个女的 John Clark 在二战之后再也没有看到。在1954年6月8号，打扫清洁的妇人发现他死在床上，验尸证明说他自杀，身体里有那个氰化物的遗迹。那么床头桌上有一个咬了一口的苹果，所以一般说大概他把那个氰化物放的苹果咬掉了，但事实上那个苹果没有做过任何毒物化验。那他的朋友们认为是说他故布疑阵的，做这个样让他妈妈不要太伤心，因为他妈妈从来都认为他小时候就邋里邋遢，做实验就会乱沾一气，所以他做实验的时候不小心沾到，可能把自己给毒了。可是朋友们一般都觉得他可能是这个自杀，因为特别他喜欢这个《白雪公主》这个电影。那么这个电影里面就是很有趣这么一段话啊。The apple in the room, let the sleeping death
seep through. Dip the apple in the brew, let the sleeping death seep through. 啊，吃了那个苹果，那个毒药就会把你毒死。所以他平常常常好像唱这个东西，讲这个，所以他朋友们都认为如此。但是现在最近之前也有一些研究，当这些都没有绝对的这个证据，而且涉及到这种国家机密，可能很长时间都不可能真正解密。但是也有相当的一些旁证吧，有人怀疑在那个时代里，因为他交的这个男性朋友，甚至他中间还有到外国去，在挪威了或到别的国家去，交往有点复杂，他自己很单纯，可是这个安全单位就很怀疑，他曾经有这么做到英国这么高的机密的工作，那时候进入冷战，跟苏联有这样的互相大家敌对，就怕他有人看中他这个弱点，从他里找这个安全的漏洞。因为他那个同性恋被判刑了之后，他那个所谓 security clearance 也被取消了，你知道，所以他安全等级就没有了。所以有人就说，很可能是英国的安全体系下的手脚，这个就不知道，这也许还在等50年、100年才能解密。总而言之，他死得有点不明不白。因为在那个之前，他种种行为，朋友看起来都没有什么特别好，然后很异样，很不快，很不高兴的事情啊。然后一个周末过去就完蛋了。这是他最后住的那个房子，就这个窗户里面，从后面看，那个是他的卧室。然后他很快就在英国个蛮有历史的一个火葬场，火化了以后，他的骨灰就撒在那个火葬场的花园里。所以今天我们要去，没什么地方好凭吊啊，这个。哎，说到这个，大家知道那个爱因斯坦好像也没有地方可以凭吊，他的骨灰好像撒到什么河里面，是不是？所以这点是洋人我觉得比较干脆的地方。好，前面故事讲的时间也够多了，那么现在讲讲他的这个主要的学术贡献啊，可能只能简略讲，虽然材料很多，但是时间不够啊。他最重要的一点贡献就是现代的这个数位电脑的理论基础，完完全全是由 Turing 的这篇论文打下了，所以这样一个划时代的思想，一个想法。是非常非常了不起，对整个人，尤其我们今天，包括我现在面前就是这么一个电脑，到处大家生活里面都跟电脑发生关系，所以它对我们的影响，对我们人类文明影响是非常非常重大。但是很有意思，就是说我们看这个人的贡献，譬如说，举个比较平行的例子，譬如说 DNA 的双螺旋结构，被这个 Watson Crick 发明，那他们那个得诺贝尔奖那个重要论文，找不到两页吧，一页多一个文章，所以有人就说，到底是 DNA 太伟大？还是他们两个人太伟大了，那刚好他找到一个很伟大的东西，所以就显得伟大的不得了。那么你同样你来看 Turing， 那你说这个因为电脑伟大的不得了，所以 Turing 如果他没有在那个时候发现这个，别人可能也会有，所以他也许没有伟大到那么伟大，这个也许对啊，就是时候成熟了，因为他也有他前面的一些人家的思想引导他这样想，可能有别人会做类似的事情，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两个是互相互为因果。今天这个世界被电脑影响到这么大的时候，这个开创了最早的这个思想，而在大家都不知道的电脑是怎么回事，它不仅定下了电脑的这个基本理论基础，而且告诉你，电脑虽然很伟大，一方面跟你讲很伟大，另外一方面讲说它有根本做不到的事情，两头都告诉你，在那么久还没有任何一个电脑的时候，那我觉得还是了不起的，非常非常值得人佩服的一个人。好，我们先讲一下他那个知识的背景。当时呢，这希尔伯特是20世纪初的时候公认世界最了不起的数学家。那么他在1928年国际数学家大会的时候，再怂恿这个数学家对数学的基础问题要来研究啊，因为这个说来话长，19世纪末的时候，数学的基础问题上发生了一些困难问题，到底数学到底是讲的话有没有道理啊？会不会整个垮台？所以到了这个1928年的时候，这些问题还不见得完全解决，所以希尔伯特就敦促这个数学家要深刻研究这些问题，其中一个是说数学是不是完备的 complete， 就是说你对每一条数学的命题。你写了这么一个命题，这个命题到底是真还是假，是不是我们都可以它一定有个真有个假。第二个，它是不是consistent 自我，这个数学体系里面不能矛盾的，也许你现在没看到矛盾，可是如果推得很远，突然有一个命题跟你原来命题互相背反，那这样的数学体系就完蛋了，就一旦一个体系里有这样的矛盾产生，什么命题都可以逻辑里推导出来，所以我们当然希望数学不是这个有矛盾，可这个不矛盾性是不是我们能保证能证明的。最后就是我给你一个数学命题，我们有没有一套这个明确的方法，或者说比较机械的，不需要另外去额外很技巧的，也不能靠运气的，就规规矩矩死死板板的很基础的方法，你给我一个数学命题，我要给它检验一下，然后告诉你说这个命题到底是真还是假。那这三个好像是做数学的这个很基本的一个要求。那么前两个问题呢，在1931年被另外一个年轻天才，那时候25岁，
这个哥德尔啊，证明那个非常有名的这个不完备定理啊。他基本上讲啊，当我这里有写，大家可以看。粗略来讲吧，就是说你这个数学体系，如果是差不多能讲有点意思的数学，譬如说最基本的这个关于算术的道理的话，那我就可以造出一个命题来。这个命题本身我可以知道它是真的啊，我不是讲假话。但这个命题在你的人造的这个数学体系，因为你要把它搞得写得很明确，不管它的正面或者它的反面都没有办法证明出来，就变成 undecidable， 就没办法这个知道有这样的事情。或者说换句话说，在我这文字里写，就是说这个系统如果是相容的，没有矛盾的话，那它就不可能是完备，不是所有命题在这里能确定它的真假啊。而且你要想证明一个系统到底是不是自容的 consistent 没有矛盾，你要用的方法要比这个系统要更 powerful。但是你上升了一层以后，那个系统里面又有一些自己不能确定真假的命题，所以你又要上升，所以一路路上去就没得玩了啊。那一方面这是一个好像负面的这个结果，就是你没有得到你那安全的保证。但另外一方面就是说，索性没有这样的结果，所以数学家可以一直有饭吃，因为有了这个结果的话，反正一次就搞完了，真假完了。特别是后来有电脑，送给电脑就解决了、啊、那么事实上，哥德尔的不完备定理的开放性是说没有这回事，人脑是超越这样的情况。好，但是这个还留下这个判定性问题，就有没有明确的方法呢？至少在原则上能判定，不要说太大的系统好了，就所谓的初阶逻辑系统，最基本的可以讲逻辑一个系统是不是可以来判定它的命题是对错。这个问题呢，当这个哥德的那个不完备定理出来以后，这个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那么这个也就是 Newman 回来在1935年开课的时候讲课告诉了这个 Turing 说这个问题是个重要根本问题，还没有解决。哎， Turing 对这个东西很有兴趣，你看他前面发表的论文是带周期函数，是高斯什么错误什么那一方面，突然换了一个完完全全的天壤之别的什么数理逻辑基础，最抽象，几乎大部分数学家都不干这行的这个领域里面，他就想。然后在1935年的大概5月的时候，他喜欢跑步啊走路啊，在外面就在这个剑桥很美的这个河啊，剑桥河边躺那儿休息，突然灵光一闪，他说哎，我找到了，我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当然知道这个基本的概念跟真正铺陈下来还有一点时间呢，可基本上就在1935年的这个5月他得到这个问题的关键，然后到年底的时候他把论文写出来，最后在1936年登了这个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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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名的论文了，也是我们进入计算机时代不说机器本身，就是从理论上面来讲一个划时代的一个重要的工作。但是呢，这个工作里面他是要把这个理论应用到这个所谓 Entscheidungs problem， 就这个可判定性的问题。很不幸啊，在他这个论文出来前不久几个月，这个可判定性问题本身只以这个问题本身就被那个要死不死的普林斯顿的 Church 那个教授的另外一篇论文里解决了。所以Turing 这篇划时代的科学史上最了不起的一个文章，它的那个 priority 那个优先权没有，所以在我们现在如果这样的话，你论文就靠一边别 publish， 那也有结果，对不对？可是因为他的想法、方法表种种都太不一样，所以这个论文是被出版。时过境迁再来看呢 ，Church 那第一个解决那个问题论文呢，现在已经无人去看，不管他干什么，这个反而流传下来了。然后这篇论文仔细去看呢，他一登出来以后，看得懂的没有几个人。然后有几个人、哦、有一个在澳大利亚的年轻人，然后不知道哪里，反正欧洲有几个年轻人，真正很厉害的把他看进去。美国也有一个人，哎，很不幸，这个论文里好些个错误，你们相信不相信？因为后来你就知道，犯这种错误几乎不能避免。哦，待会儿你看那个 paper， 我秀你看一页，你就晓得。这个在第二期里面他就更改，就改正啊，改正完了其实还有错误。后来有年轻人跟他讲说，哎。老师啊，你这里面还有其他有小错，你知道？据那个忘了是哪一个那个年轻人就跟他讲，他就有点很不高兴，说这个那就不要紧了，我里面基本道理是对的，那个好像技术性小节不要斤斤计较。所以呢 ，Turing 这个划时代历史的巨作，结果不是第一个，内容不是完全正确，但变成是科学史上重大的这个论文之一。所以呢，你说你看我们现在这个学术界追求这个那个，或者我们的科技部鞭笞我们要这个那个。你要印证于真正的科学史上，哎，人就是一种创作性的动物，你知道，而人是会犯错，很有趣，七情六欲，包括科学家在内，真正有原创性、有生命的东西，这常常不是在那个各种什么 KPI 啊、什么种种的指标之下挤出来的事情。好，这是他这个论文，
他这个论文划时代不仅科学内容，连文章的写法在当时数学家来看都是非常非常奇怪的一篇文章。开头第一个，你看文字很多，不是马上就数学符号。他先来检讨，因为他要讨论这个计算可以计算的数，说我们到底怎么在做计算。他说你看啊，你想做一个 computer， 他这个文章里的 computer 指的 ter 是人啊，就做计算的人啊。那个年代的 computer 指的是做计算的人，因为还没有计算机。然后那时候的 computer 呢，多半都是女性，因为在公司里真的去做辛苦计算都是女人，薪水比较低的工作。他说你要想这么一个 computer 来做计算，他怎么计算呢？眼睛看了一张纸上。一个瞬间或一个短的时间里，它只能集中一件事情，比如写个一啊，写个二啊，写个加啊，干什么？所以你把这个计算的过程，把它画到最基本的这个那个步骤来看，都很简单一些波那个过程，基本的步骤。那么人类历史上一直做计算，数学基本上就在计算，可是算来算去呢，从来没说出来这个计算的真正共同的核心是什么。所以 Turing 就从 first principle， 就最原始的基本原则去分析这个事情。所以前面做了一些这个分析，蛮哲学性的这个检讨，这个在数学论文里很少见。然后再下去就开始要引进他那些机器模型了，然后举例啊干嘛。最好玩就是数学家在那个年代啊，不止那个年代，现在这个年代如果纯数学的论文也很少谈机器啊，谈机器的好像很脏的事情啊。那数学都非常抽象理论的东西，在 Turing 那个年代，至少他那之前大概没有什么像这样水准的这个数学期刊里面，居然在谈机器在干什么东西。所以他引进来一个思考的模式，即便这个是数学基础，或者说跟数理逻辑有关，别人逻辑都是逻辑那套符号，对不对？谈到都是些存在啊、所有啊、什么imply 啊，要不是函数啊，什么一些那一套东西，他居然上来搞个机器，然后机器有子代啊，有什么reading head 啊，有什么机器状态啊，干嘛？所以整个书写的风格、思路都是完全跟人家不一样的。那么这是那个登他那个期刊的登那个文章的期刊，这个期刊如果是当年原版第一版这个期刊，现在都上万美金了。那么很有意思，这个论文成了历史文献之后，有一个搞这个programming 很有名的一个人，他就很非常的受这个文章吸引，他就仔细读了这个文章以后，他就把这篇论文就好像写这个《论语》注解一样，你知道，一段一段截开来，每一段下面加上注解，到底说，因为现在来看有些符号的表达方式可能跟当年不一样。很有趣，这个书如果有耐心看，不仅可以读懂原来 Turing 的文章里面当然谈了一些相关的背景啊、历史啊干什么，但居然有人做这样的这个硬功夫，所以可见这个文章的历史价值多重要。这个论文主要贡献在哪里呢？他发明了定义一种抽象计算机，这第一个重要。第二个，证明一个叫通用计算机的存在性 universal， 什么他都可以算。第三个，就虽然那么多人算，还有些不能算的事情啊，三大要件啊。这个都是人类历史划时代的工作。好，先讲这发明机器。我前面略微提了，就是你分析人的这个直觉计算的过程，然后把它这个方法到了最基本的步骤，然后把它抽象出来，定义一个理论的计算机。然后呢，他证明说他这个模型是足够的广泛。那么如果别人有用别的方式来定义一些计算的工具呢，他证明跟他的是等价，逻辑等价，他不比别人更差。然后呢，再举出大量的这个数，说我这个机器确实能计算这些你认为是可以计算的数啊，就诉诸于这个实际的证据啊。我表明我的这一套模式不比别人的差，然后呢，所有你能为难我的例子我都你，但你认为是可以算，我就用我的机器都可以算，证明我的机器是多么的有力啊。好，这个机器怎么样？这个机器其实它是个理论计算机，所以经过时代变化，种种场合它千变万化啊。但 Turing 原始的 paper 里基本上这么描述。它有一个纸袋啊，这机器硬体构造非常的这个淳朴啊，因为这样的淳朴才能跟你证明说，那么简单的东西都可以做出那么复杂的事，这才让你觉得惊讶。一个两端无穷长的这个纸袋，上面划分成一些小方格，然后每个方格里面你可以打一些符号进去，或者你打就留了空白啊，有个特殊字母表示是这个空白，然后符号的可以选择的符号是有限个啊，除了纸袋是无穷，其他基本上这里东西都是有限的选择性。然后有一个读写头，一个 scanning head， 就是在这个方格里啊，转来左右摇动啊。那么然后有一个好像暂存器，就这个机器当时所在的状态，就是这个读写头在哪里，那看到那个方块里面有没有写符号，什么符号啊？然后当整个机器要有一个开动的那个状态。然后他做的这个工作怎么做呢？他有一个表，等于像我们的程式设计啊，程式表，他就告诉你在某一个状态叫 QU 之下。然后你这个读写的头，如果看的符号叫 AI 的话，
那么他有几个动作可以做，他可以把那个 AI 符号擦掉，换成 AJ， 是吧？他可以向左移一个格子，或者向右移一个格子，然后把机器状态换一个新的状态，就这么简单。这个机器就这样的。那甚至我如果达到 Turing machine 的能力的话，可以设计的比这更简单，都可以啊。但总而言之，就是它有很朴素的、简单的这个概念，就可以设计一个机器。现在一样，网络上有这种模拟的 Turing machine 啊，所以你可以上去玩玩看。但是问题就来了，这么简单的要件，如果像他前面讲那么厉害，你能算我都能算，所以你必然算的过程怎么样，一定非常冗长、痛苦不堪。所以通常你在学习这个人，同学们如果有人不管是已经或将来有机会学，第一个难关就是说，哇，简直是非常繁琐。你要不知道他在干什么的话，你觉得搞这个干什么？就那个痛苦的程度是很难容忍的。可是当你了解以后，你就晓得用这么简单的事能把那么复杂的事情都做出来，是了不起的。当有人要故意把他这个机器做的比较像个实体的东西，那么这个实体的东西呢，跟他理论定义的基本上都一样，只有一点很大的差别在哪里呢？这个子代不可能是无穷长，对不对？所以呢，现实世界里所谓子代无穷长，等于说怎么样？你要多少子代，我都可以供应你多少子代。但是因为理论上子代是无穷长，所以给了你一个非常非常强力的可能性啊。那么当他用这个机器证明说什么事情不能做的时候，那是非常的不能做，因为这么强的机器啊，给了无穷的储藏空间都做不到，那你现实的电脑是绝对也做不到啊。好，这是图灵文章里的第一个例子，人类历史以来第一个理论计算机的第一个 program， 最好打出个0101。像底下的图，它中间空一个格。不过他写这个程式的时候，左边跟最右边呢都是那个机器的状态，用的是一种古典的德国字母，大家现在不太会看。换过来看好了 ，A B C D 四个状态 ，A 状态说看到一个空格的话 ，operation 是干嘛 ？print 就 P 就是 print 就印，就写个零 ，R 就向右移动一格，然后进入第二个状态。所以你看底下的袋子啊，那个粗黑方块就表示那个 scanning head 当时看，所以一开头看到了是个空格。所以呢，它就印一个零，因为在状态 A 嘛，状态 A 就是开始状态，印一个零，然后向右边移一格啊，向右边移了一格。然后呢，这时候进入状态 B， 状态 B 看到空格呢，就向右移一格。进入状态 C 的话呢，看到空格的话呢，印一个一，写个一，然后向右边移一格。然后进入状态D 的话怎么样呢？向右边移一格，然后再回到状态 A， 又回到开头这样。所以这个东西就像一个回圈一样。不断的 repeat 就嘟嘟嘟嘟嘟嘟就一直印下去，所以假如这个机器开动了以后，请问这机器停得下来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对不对？所以 Turing machine 的机器里计算，并不保证你的机器一定会停下来给你答案，有时候会停下来给你答案，有时候永远停不下来。好，这个特色就是说，它是个理论的计算机，它有很多各种各样不同等价的这个定义的方法，然后呢，因为它本质上它储存量是无穷大，所以实质上的电脑基本上达不到它的本领。可是呢，它的运作刚刚只是这个简单的零一啊，还搞那么两下。如果不要说随便给你个100+100，你要做个这么一个 Turing machine 的 program， 回家可以做个练习啊。刚开始的话就足够你脑袋头痛一下了。所以任何做一点事情啊，那步骤都冗长的不得了。假如我们是人在做这个理论这个 Turing machine， 你如果没有累积相当经验，你的第一个感觉是说，这玩意儿怎么能做出什么东西来？简直不可能嘛！搞了半天做不出什么事情来。等到你有经验以后才，才恍然大悟，就说哇，这个这么厉害！我们这个宇宙很多表象很复杂的事情，背后的原则其实非常的简单。可能陈老师讲的那馄饨里面大概有这种味道啊，很多表现非常复杂的东西，背后可能是很简单的事情在做的啊。但另外一方面，因为这是理论计算机。所以它的每一个步骤，我们人在做当然很慢，但是你理论上可以想，它每一个步骤都快的简直不得了的快的话，它即使非常非常冗长的步骤，它也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完成，啊，所以看你要怎么想象这个理论的东西。好，第二，它这边有一个万用的这个通用的计算机，那这个所谓通用计算机就是我们现在，计算机里面储存的算的对象那个 data 资料跟计算程序，规划它怎么计算的东西，本质上没有差别。这个概念的来源就在这里，就 Turing 那个子代上面，不仅可以放你要计算，譬如2+3，你把2跟3放上去，你还可以放另外一个机器的 program。那你说另外一个机器 program 怎么放？因为那个每个机器的 program 就是有限的状态，有限的那个指令，对不对？所有因为它是有限的，大家都可以适当的加以编码以后，利用你固定的符号跟那个 input 的输入的符号一样，都变成一串符号。
所以程序也可以变成 跟那个数据一样，就放在一个机器里面。所以他现在设计一个机器，任何另外一个机器的程序，我就把它 放上来，那个机器的 input 我放在另外 一块地方。然后呢，我这个机器干什么？就是模仿你，这有模仿游戏，模仿你那个机器每一步做什么，在你这个 input 里做什么，我就做同样的事情，然后 output 在另外一边。所以呢，我这个机器呢，就 打败天下无敌手，任何一个特别的机器来，我照着你模仿你，我就跟你做一样的事情。这个概念在人类这个机器操作，甚至到十九世纪，有些计算器已经非常的了不起，非常精准。啊，不要说计算数目，如果各位有机会到北京去看那个西洋人供奉这个皇帝的那些自动机器的那些钟，里面有些机器人呢，还可以写中国字啊，那个中间的控制的精美的程度，哎，都没有说真的把程式啊放到跟机器本身里面的 data 是同样的地位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破天荒的这个大发明。好，这个图上的一个示意啊。好，所以呢，其实我们今天所用的所有的电脑，就是一般不说只是为一个特殊目的，就任何这种通用的普通作用的这种电脑，都是图灵机啊 Turing machine 的一个具体的实现啊。最后这个贡献是证明有一个计算机不能解决的问题啊。这个不就是有一个问题，你要想，刚刚我那个简单例子告诉你，这个 Turing machine 在某些 input 上去开动以后，它停不下来。那我到底来了这个情形，我要去判定它到底停还是不停？那我能不能找一个机器啊，也是诉诸一个比较这个所谓机械性的方式啊，任何一个机器跟它的 input 来，我就用我这个机器来跑一跑，来判定你说会不会算到后来会停下来？这个问题叫做停机问题 ，halting problem 啊。那么 Turing 用了一个当时数学界非常有名的一种论证方法，叫对角线论证法啊。这个从十九世纪康托尔发展这个集合论的时候，破天荒在这数学史里面来了这么一个看起来很简单的论证方法，但是非常的这个有力啊，有很多关于数学基础的定理，通过这个方式得到了一些定理，好像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什么其他别的方式可以这个做啊。怎么应用在这个停机问题呢？因为 Turing machine 每个 machine 基本就是那个运算的规则那个表那个程式，对不对？程式里包括它的那个有限个符号这些东西，所以整个都是有限的一个东西。所以这个有限的东西我就可以适当的编码以后，把它变成等相当于一个数字来看待。所以我所有的这个 Turing machine 呢，就可以变成 T0 T1， 一般来讲给个 Tn 编起来。而且你这个 n 这个数字给了我编号，它学号是几号，我马上把它解码以后，我就知道机器那个程序表是什么，到底怎么作用，是吧？所以 Turing 机有这么一个好的这个情形。那因此呢，我如果 Tn 这个机器输入的是 i， 我们先假设我们算都是个自然数来，那它的如果有输出就是 Tn of i， 当然有可能它没有跑不完就没有输出，或者说我改展示一个符号说这个是不停的这个算下去，如果停下来有一个固定数字就是那个 output。 好，现在我就要定一个新的 Turing machine 叫做 D。 这个 D 当你把输入 i 放进去的时候，哎，它呢永远会停机，停下来以后呢，它输出结果是怎么样的？就是 D i 跟 Turing machine 在 i 这个输入上面如果是不停机的话，这个 D 呢就输出一个零。如果 Ti 在 i 上面会停机，那么 Di 呢D 呢就输出一个 Tii 呢加上一。所以右上面那个表，左边的 T1 T2 T3 T4 T5 这机器上面的横的是1 2 3 4 input， 譬如 T1 在1上面输出是5，那我 D 呢在1上面呢输出就是6。那个 T2 在2上面输出是个就是个问号，就它不停，那我就给它个0啊。那么这样是一个 Turing machine 叫做 D。所以它既然是个 Turing machine， 它一定要排队排在我那个 T1 那里面可以重复的啊，不是说每个机器只出现一次，所以它一定是某一个这个TD 编号，可能学号可能叫 D。 可是你把 TD 拿进来跟它这个定义 D 的定义一比，它偏偏在 D 的地方， D 的输入值它就是跟 D 完全 D 这个机器完全唱反调。因为当定义 TII 不停机，那 D 反而会停机给个零，如果停机的话它比停机值加一。所以呢，这个 D 如果排队排在某个 TD 的话，那把 D 这个值输入的时候，就对角线值输进去的话，嘿，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就得到一个矛盾。讲起来很简单的一个思想啊，这样就证明这个矛盾哪里来的呢？就是我假设说，这个那个停机那件事情，可就是因为有一个机器，如果哎，我这边有没有漏到一个话？我看啊，应该有一个话我要讲一下。哦，就我这样写，
假设 有一种程序或规则判定对于所有的这个 N 与 I、TNI 是否会停止计算。所以我刚刚那个定义的这一条，这里说它不停机这件事情，我前面是假设如果有一个机械判断方法，那这个对角线论证就引出矛盾，所以呢就不可能那个停机问题有一个机械性的这个计算，所以有一个问题是没办法来算的。那这个跟那个判定性问题，说那个逻辑系统有什么相关呢？好像看起来 还很远，对不对？但是呢，这个 Turing 表性的运算的状态的过程，我可以用一些这个命题、一些逻辑的语序来描述它。当这个描述建立好之后呢，假如这个判定性问题，就是逻辑的命题是真或假，可以有机械性的解答的话，那我就可以来判定图灵计算机的这个停机问题就有办法可以解决。所以我是把图灵机的状态的描述变成是逻辑的问题，然后逻辑问题如果是判定性问题可以有一个这个机械方的解决的话，我就倒过来可以机械的方法解决图灵机的停机问题。但是停机问题刚刚证明说不能用机械方法解决，所以呢判定性问题也不能解决。这粗略来讲，这就是整个他的这个思想的路径。可是呢这个过程 是非常非常原创性的，但中间他也受前人的影响，就是这个哥德尔证明他的不完备定理里面，其实他是把逻辑的命题用一些自然数把它做一个特殊的编码，只是那个方法呢在当时大家也是非常的不习惯，看都不太看得懂。那么 Turing 是把它换成一个比较我们能直觉上觉得比较能接近这个机器的编码的程度，所以思想上某种程度应该是有受这个哥德尔影响，可是表达的方式有他自己的相当的一种原创性啊。好，所以呢 ，Church 虽然在这个判定性问题结果比 Turing 跑得早一点，可是他的那个模式数学模式非常有局限性，所以这个了不起的哥德尔是要看到 Turing 的这个结果以后，才完全相信说这个判定性问题是真的没有机械的解。好，有一个有名的这个 Church Turing thesis， 他的一个论点或论说或者叫论题，就说我们一切可以计算都是图灵机可以计算。好，这里为什么要叫个论点而不叫一个定理呢？因为图灵机本身，我刚刚前面讲，它是有严格定义，这是一个数学的东西。可是所谓一切可计算，什么叫可计算？是诉诸于我们经验上觉得可计算，它还没有严格的数学定义。如果你把它定义就是图灵机，那就等于是一个等价的说法，没有什么变化，对不对？可是假如你把它理解说我们一般生活上任何你能觉得感觉上是可以计算的，那我说我实际上都有办法设计一个图灵机来算它，那这就是一个很高层次的一个断言，是一个主张。所以数学里出现一种说法，既不是一个猜想也不是一个定理，是一种主张的。所以那这个主张怎么办呢？因为有一边不是精确的数学命题，所以无所谓证明，所以只能诉诸于证据。所以因此后来有很大的工作告诉你具体你能说可以计算，我用图灵机算给你看。好，图灵机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这个影响力呢？就这个虽然它逻辑等价很多不同表达方式，可它这个方式里因为涉及到这些指代啊种种，我们的 mental picture， 我们心理的这个图像比较容易掌握它的变化，而且它因为有这些运算的步骤以及储存的空间，所以你就联想起来这个计算的所要用到的一些资源，空间的资源或者时间的资源，所以就后来就引发了所谓计算复杂度的研究。就同样一个问题啊，你怎么设计一个这个演算的方式，使得用的时间就步数最少，或者空间用的最少？哦，从这个发展的这最近这个差不多半个世纪来啊，简直不得了的这个突飞猛进的发展。而且最有意思就是说，后来靠计算复杂度的理论作为基础，在1970年代以后，密码学本身也有个翻天覆地的大革命。那么在电影那个时代里面，密码最主要就是那个 key 那个金钥，对不对？金钥是不能让人家知道。现在的这个工商业一般的用的这个密码，钥匙公钥可以公开，但你仍然解不开，因为这里面要靠到计算复杂度非常困难的问题啊，你算不出来来这个保证这个系统的这个秘密性啊。但是呢，这个保证没有数学的绝对的证明，只说到目前为止啊，这些系统呢几乎都是不能破的。但最近的理论上的发展是说，如果你有量子计算机，那有可能某些线以为不能破的能破。可是量子计算机基本上现在还没有真的可以实用上很能算得很大的这个位数的这样的量子计算机出现。也许不久的将来会出现，那么这个密码学可能又有更大的改变。但有意思就是说，图灵自己原来也有想到这个量子计算的这个途径啊，
所以根据他的这个模式引进了这么多近代这个理论的发展。好，模仿游戏啊，我时间上可能有点不多了啊，这是他另外一个有名的一篇文章，也是我们这个电影的这个名字啊。这个电影名字其实也很有意思，我想想看，有点一语双关。这个电影本身好像也是个模仿游戏，你看完了以后，你觉得哎，那个是真的图灵吗？对，所以这个游戏呢，就是这样，后面一个人一个电脑，然后前面有一个人，因为那个年代嘛，你不能说让你看到东西你就知道哪个是电脑，所以他只能通过一个连线，用文字的对话，然后外面这个人呢就要跟里面两个对话，然后判定说哪一个是电脑。那里面的那个另外一个人呢，那个人的目的呢是尽量要呢协助外面这个人，晓得另外一个是电脑，那么电脑就当然要骗他了，然后猜不出来自己是电脑。所以这个 Turing 的模仿游戏，它是非常有趣的一个事情，它不是个严谨的科学的这个论说的东西。当年他写这个文章的时候，他跟他学生讲，还说他这个是一个宣传，因为他自己比较相信电脑有这个思想能力啊。那但是当时的英国的环境来讲，很多人不相信，尤其宗教界很强烈的反对啊，所以他想写这个文章要宣传他。没想到这个文章后来变成这个心灵哲学上面很重要的一个文章啊。那么有意思就是说，第一个，如果这个电脑永远只讲真话，你就马上知道它是哪个是电脑，对不对？所以电脑要达到让你觉得它能思想，能有智力，必须要讲谎话。所以人类的智力存在是跟我们的 moral 跟道德有没有冲突啊？这个问题谈的比较不多，但是这个图灵的这个模仿游戏其实隐含了这个，不讲假话就不可能模仿。哦，但是 Turing 有很多人把他这个文章认为说他给思想 thinking 或者智力给他下个定义，就利用通过他的这个测验叫做有智力，完全错误。认真读他的原文，他从来 Turing 从来没有要定义什么叫做 thought 或什么叫 intelligence， 他晓得这个是个困难问题，不要读了，不要定义。那么 Turing 这个文章大家看了题目头两行后面都不看，那么他一开头就讲说，哎，我们可以考虑一个问题，叫什么是 thinking 这样的事情。所以大家就以为他整篇文章是要讨论、要定义这个什么叫思想。可是他讲了半天，最后是说我们把这个问题取代成另外一个问题。那有人就把另外那个问题，就是那个刚刚那个游戏啊，认为说是一个 operational 一种操作性的定义智力，也不是这样的意思。他的意思是说，哎，有些事情你如果能跨越那个标杆，我要唬你说这个东西会想，你恐怕也不太容易否认这样的事情啊。它就是这么一个 criterion， 是一个评判的一个依据。勉为其难来说，它是有 thinking 的一个 sufficient condition， 不是一个 necessary condition。但他自己当时是说，认为在50年的时间，大概就是20世纪底或21世纪初，如果你适当给他这个储存的空间，是他估计的人脑的储存空间，那么只要有这个5分钟的对话，啊，这个超过30%的人会认为那个机器是像人有一样有思考能力。所以有人就把他这样一个粗略的估计当作是他的 test 的那个基本标准。所以所谓的 Turing test， 它只是模仿游戏，也是游戏变成一个 test， 到底怎么样他每一步把它精确下来，众家说法不同，各有互相批评啊。那 Turing 其实他是很聪明的，他并不要求到那样严格的那些东西，他只是给你一个可以做的事情，当你做到这个表现到这个程度，你很难说他完全没有思想能力。但是有人嘛，就是以后就定搞了这么一个奖，每年来比赛，看哪个软体跟人家对话起来比较容易这个骗过人。好，这有个叫 Eugene Goostman 啊，这么一个现在叫 Chatbot， 就是这个 Robot 是机器人 ，Chatbot 就是跟你谈话的那种机器软体了，很多。那这软体呢，在2001、2003、2005、2008都是这个 Lerner Prize 都已经进入决赛圈了。然后这是几个俄罗斯人，不现在美国，他们做了这么一个东西啊。这个东西呢，假装他是一个这个乌克兰的一个13岁的小孩，譬如你看底下那个问问题打进去，所以 Eugene, are you Jewish？ 你是个犹太人吗？他上面回答 ，I'm just a boy from Ukraine， 我是乌克兰来的小孩。Actually, I'm Jew. If you are interested， 什么什么，后面还有对话。所以他故意搞个13岁的乌克兰少年的口吻呢，这样如果万一出错，对方不太容易觉得是不像人，对不对？小孩子知道有限，文法难免有错。在去年的6月7号。纪念 Turing 逝世60周年，举办了一次这个 Turing test， 有30%，有30个裁判啊，33%的裁判都以为他是真人，所以呢，举办这个比赛，这个就右上角这个图片里 ，Kevin Warwick 这教授就宣称这是世界上第一个通过 Turing test 的电脑软体，啊，这个引起很大的争议啊，
因为这两天我上了网络，想要用这个软体就上不去了，不知道换地方要干嘛。反正刚开始的时候，很多人都上去要跟他谈话，那有些专家跟他一谈就说，哇，一谈就知道就是电脑，一塌糊涂。但是偏偏在那个比赛的时候，因为时间也很有限，对不对？哎，超过30%的裁判，虽然不是绝对的电脑人工智慧专家，也不是泛泛之辈的，哎，就被他骗，都认为他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小孩。所以不管怎么样，就可见这种方面 AI 的 programming 确实也有一些长足进步。但是如果你说真的是长时间的各种话题，什么都跟一个电脑谈，那现在电脑让你会认为它是人的这个机会还是相当的低。可是问题就是说，我们以后生活上有不同的区段，譬如你今天打个电话，问叫计程车，或者问那个地图，或者问买车票，这些大部分都可以自动化。那里面讲的声音回答你的情况，也许你都不太能完全察觉。当然，你事先已经知道，所以你想啊，我是跟可能跟软体在讲话。如果你都不知道局部性的适用范围，很多现在已经相当的有本领了。所以，因此最近有人在因为这个事情出来，很多人提倡说，我们人的 intelligent 不是光只有通过讲话，还有很多方面的表现。比如哈佛有位教育心理学家就讲说，我们有7种不同的 intelligence， 所以应该有不同东西的测验不同的这个 intelligence 的这个测验啊。所以这个 Turing test 还有将来还有改变。好，后面我就稍微快一点，这个大概过去一下啊，我们这边 Q&A 时间就没了。就 Turing 去贡献，其实另外还有一些别的，他每一件事情都很原创性，他一辈子的 paper 也没有多少啊，不到20几篇，可是很多篇题材相距的非常的远，都有非常重大的贡献。另外一个值得提的就是关于形态生成，很多自然界的这个动物也好，植物也好，有很多这种花样，到底这些花样怎么产生的？他在1952年写了一篇这个生成学的这个化学基础，这个论文利用微分方程来描述说一些化学的这个成分怎么样经过这个变化之后就会逐渐产生这些花样啊。那么这个在当时的这个思想来讲也是非常的这个先进啊，甚至有人把他这个论文认为是这一方面的这个现代这个生命科学的一个创始的。那这个研究呢，不仅他有定义这个方程式，而且他特别建议我们应该用电脑来做进一步的这个探讨。这些看法都是非常的先进，虽然他自己没有活得够长做很大的具体的实现，可对后人思想影响很大。譬如说前两年2006年，我们中兴大学两位教授跟英国的同事吧，他们发觉一般用 Turing 的方程式用一次要产生花豹这个花纹不太容易，可他们用了2次啊，到中间还有一些参数调整细节我不知道了，但至少他这个文章登到这个 Physical Review 里面，而且还在 Nature 啊，这个上面这个照片这个图 Nature 还特别报道说这是这个很重要的 research 这个发展。所以 Turing 在当年的这样一个论文啊，到现在还是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啊。好，他的身后荣耀我就很快的走一下了啊，以他的名字设立了一个奖，这个奖号称是计算机科学的诺贝尔奖，华人有一位唯一的得这个图灵奖的姚奇志院士啊，是我们台大物理系的这个系友啊校友，然后呢，在我们现在模仿游戏之前很轰动的一个戏，在台湾大家不太知道，1986年一个舞台剧叫 Breaking the Code， 现在这个伦敦上演，后来到这个纽约百老汇，由这位很著名的男演员 Derek Jacobi 演这个 Turing。这当时的这个海报后来变成这个电视上的电影，那么现在大家到 YouTube 上可以整个 download 下来看这个电影，因为是那个年代那个编剧的人在看 Hodges 传记之前完全不知道 Turing 这个人，看了以后非常受感动，所以要替他伸张正义，所以这个电影几乎都偏重在他的同性恋那一部分的事情，但是他比模仿游戏忠于原来的事情多了很多，而且中间有一段人家问他说你的贡献，你的什么什么论文干嘛，这个主角电影的 Turing 就长篇大论讲起他那个有名的那篇论文的贡献，当时编剧就说哇，这样讲下去读者恐怕都要睡觉，没有人会对这个有兴趣，结果他们在伦敦上演之前，现在比较偏僻的地方等于试演的小地方试演，演完了以后发觉观众非常被这个吸引，说好低估了一般的人了，对数学或这个理论大家并不是完全那么没有兴趣，所以他们才增加了信心。所以假如大家在 YouTube 看那个长篇大论那一段，这主角演得非常的好，哎，真的把这样难的理论要讲过去，你虽然说好像真的没有懂了，可是你就觉得你好哦，晓得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然后呢，这个加科比，你看他长的样子，跟前面 Turing 照片，远比我们那位更帅的那位主角，比较像原来的人，动作、气质各种方面，这个戏是比模仿游戏更接近于这个历史真实。当然还是要戏剧还是有它夸张的地方的。好，这是对他出生地方那个 Colony。
旅馆，1998年有个历史证明这个历史地点一个牌子，右下角就是那个 Hodges。2001年曼彻斯特树立他的雕像，上面就写他是 victim of prejudice， 偏见的牺牲者。2004年他过世的房子也立了这个标志。然后2007年在 Bletchley Park， 给很特殊的这么一个雕像啊，一层一层的，好像片岩累积起来。2009年英国首相向他公开道歉。只能道歉信。到2013年呢，12月24日，女王才公开签署赦免他的严重猥亵罪 ，gross indecency 是吧？严重猥亵。但是那个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我忘了年代，反正蛮长一段时间，英国有8万多的男士被判严重猥亵罪，只有 Turing 是被这个赦免的，其他还没有赦免的。而且赦免 Turing， 虽然大家在道理上支持。但有人就说，英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被真正判罪，他真正犯那个罪，不是说冤枉他的，而赦免的。所以这是英国的唯一一个，因为他承认他确实做了那个事情，对不对？居然英国女王这个赦免他，对英国人很尊重历史传统，觉得这个事情有点不成体统干嘛，还经过一些争议。所以在英国要整个把从前因为个人性的倾向，因为我们现在慢慢了解，这可能是我们天生为什么我们一般人所谓的正常人是要男女呢？那你要解释那个为什么要男人跟男人跟你要解释男人跟女人一样的这个生理的来源到底是什么？至少现在比较开明了，但是那些从前被判罪的人还是没有被完全那个赦免。2012年是他百年，所以全世界都掀起了纪念这个 Alan Turing 的 Special Year， 很多活动，包括香港、大陆都有。很抱歉，我们台湾没有特别学术界的活动，这是这个 Nature 的专刊纪念他100年，英国出纪念邮票。台湾没有学术界的活动，但是有我们科普界的科学教育方，我们科学月刊出了一个图灵百年纪念的这个刊物啊。不过请注意图灵什么样呢？哎，刚好是一半一半的，所以他们要我写一个纪念文章，我说我习惯写那个树林的林，他们说不行，一定要写灵魂的灵，所以我就由淡入浓，如是我观图灵形象。我的一辈子就看图灵，从一个那个大家都不知道，就我原来博士念逻辑，所以我很早就知道这么一号人物。可是对他的生平也是后来慢慢才知道。我当年留学完了回来，在中研院的数学图书馆，哎，这个图书馆了不起，居然在上面看到图灵妈妈写的那本传记。那时候全世界只有那一本图灵传记，我说哇，这个人什么人的写这个传记，你知道？从那时候开始啊，30多年来我对他的认识也不断在增加。可是每一次我准备图灵的这个故事的演讲，我再去查他那个相关的资料，都发觉还有很多很多可以值得这个去了解的事情啊。所以我想最后我这个整个报告是有点相当超过时间的，基本上我就预期他这个形象就是由淡入浓，他对我们人类的文化是影响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深刻。而我就说的啊，当初他死的时候也没有盖棺，对不对？烧成灰了。他死的时候盖棺没有这个做成定论，那么他生前没有得到社会给他相当的这个一个回报，他对我们社会的贡献确实那么大，所以从某个意义，而且他这么年轻就这样奇奇怪怪就过去了。从某个意义来讲，我觉得这个 Turing 真的是一个 angel。 谢谢大家。因为有人提供我们这个电影海报，应该是蛮好的电影海报，所以任何提问的人都可以获得一张海报。好，那现在就请提问，有没有问题？老师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逻辑跟数学的关系是怎么样？图灵到底算是个逻辑学家还是算是个数学家？这样，谢谢老师。通常这种问题都是大哉问啊。比较古的时候，这个逻辑学基本上成为一个学，大概还是希腊这个文明嘛，特别从亚里士多德开始。那个时代，其实数学家跟哲学家很难区分的啊。但很长一段时间，这个逻辑基本上是比较靠近哲学，甚至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是宗教方面的人、神学方面的人才搞这些事情的。而且它的内容基本上没有超出亚里士多德的范围多少。一直到这个19世纪的时候啊，特别是那个布林啊，我们现在讲布尔代数、布什代数，那么用这个比较代数性的符号来表达这个逻辑的基本结构以后，它才慢慢变成一个真的是数学里的领域啊。那它作为哲学那一部分呢，实际上是一直到现代都还是有从哲学的角度来看逻辑。那么他们考虑的问题跟这个数学家考虑逻辑就蛮不一样。
那么从十九世纪，布尔变成这个代数的符号的系统来表达逻辑之后，特别是到了二十世纪，那个 Shannon 把那东西实现在电路的设计以后，这也是个翻天覆地的一个大改变哦。那么沿着这个方向发展下来，这个逻辑的问题呢，就慢慢变成数学的一部分。所以特别讲 mathematical logic， 数理逻辑或者叫数学逻辑，我们认为是数学中间的一部分。他关心的这个对象，当有些时候十九世纪对数学的基础是不是稳固，譬如罗素啊，他们提了一些问题，康托的集合论了，引进来一些困难问题。但是慢慢下来以后，他蛮长一段时间研究最主要对象就是什么呢？就所谓的形式系统。就是因为你十九世纪就讲数学，你讲不清嘛，所以那个基础就发生了矛盾，大家搞不清楚。那怎么讲清呢？你就把你所有的这个符号、你的推理的原则、你的假设出发的公理都写清楚了，然后你看你能推出什么东西。那这个东西你的写的这个样的东西，虽然长的样子像是什么自然数干嘛，到底有没有真的反映我们直觉认识的自然数？我们直觉认识自然数至少要满足你写出来那个所谓符号系统、所谓的形式系统，不然你讲的跟我的心理的数论不一样，对不对？所以你要至少能表达我的那个，但是你到底是捕捉到没有？譬如前面讲到那个完备性，是不是我认为 true 的命题，我直觉上认为 true 的，如果写成你那个形式系统符号，在你那个系统里，从你那一套出发点，按照你的规则能推出来，所以变成逻辑数理逻辑，就是把数学体系形式化以后，作为一个数学研究的对象去研究它，这样发展在二十世纪到现在，这个数学逻辑很基本在做这个事。当以后后来发展，譬如说从 Turing machine 开始，就引出来所叫递回论。我刚刚前面讲的，譬如说十九世纪叫集合论，集合论就跟着我们直觉的体系，成为形式体系的一个模型，就建立模型论。模型论就不仅是集合论、数论，一般的代数体系、分析体系都可以，甚至于最突出的一个贡献，譬如牛顿发展微积分，用的无穷小，可大家都知道那里面会引起很多矛盾。所以一个开玩笑的讲法，牛顿今天来考大一微积分是不能过的，对不对？因为他用的方法都不合规矩。可是为什么不合规矩方法那个有效有结果？这个数学家一直挣扎，要给他一个坚持坚固的没有矛盾的逻辑基础，一直到1960年代，所谓 non-standard analysis 就利用模型论才建立这些基础。所以这些是数理逻辑的研究的部分。所以说到今天为止，如果你是哲学家，他们有兴趣的逻辑问题的一部分，但对我就是说数学出身的，那么这个逻辑是数学本身的一部分，是这样一个态度。还有没有问题？教授你好，我本身是一个高中物理老师。那我刚刚因为其实我认识图灵的时代也蛮久了，可是我之前也是跟老师一样问题，就是图灵和电影的图灵字不一样，所以我本身在教学的时候对那个翻译字啊会有一些困扰。那不知道老师对于翻译一个科学家或者一个科学名称的那个中文字，那有什么看法？因为这种名词东西一般是约定俗成的，很难说绝对定。当然你可以宣传说你有方法，我不记得有没有人特别大力有系统鼓吹。从前我有印象，也有些人说我们其实只要选择一些很基本，因为就这些音嘛，选一些基本常用的而且不太会引起中文觉得不好意思的字，相对比较简单的字作为翻译外国名字经常用，可是好像也没有得到大家完全的这个接受。我个人是倾向于尽量字体比较简单一点，声音接近原文，字体比较简单，如果那个姓可以是有中文的姓最好，这是我基本的原则。可是呢，因为图灵这么冷门的人，虽然我二十多年前就写文章，我场合里讲图灵半天没有用，一个电影图灵，这个图灵，这两个难看的字就到处大家都如此啊，而且从此积重难返了。我现在这里也许在座受我影响，回去会写另外一个图灵，我想这个社会就不晓得会怎么样，所以这个有时候无可奈何，是个社会行为。那一位朋友。李老师过来这边，也许他们拍录影比较方便一点，来做。老师好，刚刚其中在听的时候的一个问题就是，电脑之父其实应该是 Turing， 但是当时被英国压住不准发表，因为秘密的关系，所以我历史不好。但是好像现在我们公认的电脑之父是不是美国人？那他所发明的这个跟 Turing 的 machine 基本上有不同吗？谢谢。很好的问题啊，这个电脑之父其实好几个，看是哪一个国家。譬如有个德国人叫 Conrad Zuse 啊，这个他也做电脑，所以有德国方面我不知道是不是普遍，但也有人说他是这个电脑之父。俄罗斯有一个
也名字我忘了哦。那么看那个电脑怎么看？今天我偏重讲的这个图灵这个路线，基本是软体为主。其实现代的电脑其实软体跟古的从前的机器是非常不一样，它是比较深刻的这个一部分。可是问题说你再深刻的思想，如果没有具体造出来也没用，对不对？所以造出来那个 hardware 造得很巧，能达到这个目的也是很了不起的贡献。那么 hardware 就有另外一个历史的脉络，这个从19世纪 Babbage 英国人开始做一些，或更早 Pascal 做这个 calculator 开始，有另外一个硬体的发展的脉络，两方面来。那么所以我自己对 Turing 我喜欢叫他是电脑科学之父，不是电脑之父，是吧？他电脑科学的话，我们就只是理论这一方面，所以我觉得这样比较可能正确一点。那么事实上，他的论文是1936年，并不是受 BIM 影响，都知道。只是问题说他的 impact， 他的影响，未来的影响怎么样？很多人当初不能理解，所以没有那么快就称他为这个计算机科学之父。可是现在我想这一点是没有什么问题。那么你说美国做这个电脑，美国做电脑，大家一般都公认为这个电脑基本架构就是冯诺曼的这个电脑架构。二战之后是冯诺曼在美国，因为他名声很大，所以就带头来就做这个电脑。大家都认为说冯诺曼的思想，而不是他自己也承认，他的这个设计思想是受了 Turing 的这个思想的影响。可是，在1936到1938那个阶段，他们是有一点接触，可是那个时候迹象没有显现出来，冯诺曼有欣赏这个 Turing 当时的贡献。可是过那个时间不久之后，在美国方面有一些文献的记载，这个特别是有个另外一个有名叫 Wulin， 也是个波兰出来的应用数学家，后来在做原子弹各方面都有贡献，也很特殊的人物。他跟这个冯诺依曼私交不错，他的回忆录就讲说，在生活里面好多场合里，冯诺依曼是有跟他讲说他这个想法是很受 Turing 影响。所以当美国人当时宣传他们自己的东西做得很先进，可是即使在硬体方面 ，Turing 做那个 ACE， 就是在那个物理实验室，国家物理实验室那个 Pilot 的机器。那个就是已经是真的是 Universal Turing Machine 的一个原始状态。那边一个做法是比美国其实稍微早一点，但是因为英国的资源不够，后来那个东西也没有做得好像推广还是怎么样，所以 impact 没有美国的那个大。而美国的冯诺依曼做法是把那个算术的部分，所以我们早期当大学生刚学有这个 arithmetic unit， 算术单位作为单独一个硬体，那个 Turing 的设计是没有这样的。所以 Turing 又是那句话，说美国人都靠 equipment 而不是靠 thought。所以 Turing 的机器是真的是靠软体来推动的，是有这么一个互相发展的状况。教授你好，我是资工，中央资工毕业的。那我想问一下，刚才有介绍到 Turing Machine， 那它里面的有些状态或指令集很像现在 CPU 的架构。对，那我想问的就是说，像例如苹果电脑的 Mark 是缺一角的苹果，那贾博士有说过，有人问他说是不是为了纪念图灵，他说不是，但是他希望是。那我想问一下说，现在大家称图灵为电脑科学之父，那近代或是说在他之后有没有什么人是有公开发表文章推崇他，或是说电脑方面的东西就是从他那里而来的，就是什么时候开始尊称他为电脑科学之父的？谢谢。什么时候开始我是很难精确回答，但我想西方世界确实很受这个 Andrew Hodges 1983年这个传记的影响。在这个传记出来之后，他知道的程度就不断在增加，而且到甚至有些秘密文件在90年代以后才解密，所以我很难讲说到底什么时候。不过就是我那个文章那个头嘛，由淡入浓，现在没有化解，你网络查到太多人都这个尊崇他是二世纪或人类历史上科学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啊。那么你刚刚前面讲说 CPU 像他的那个 Turing Machine 设计，其实是反过来，所以后来电脑设计都按照 Turing Machine 的概念，用不同的形式状态来实现，包括 Turing Machine 的机器，譬如带子两头无穷长，那他原始那么讲，你也可以把它只是一头无穷长，或者有好几根带子，有各种各样的变化，但 essential 逻辑来讲，都等价于原来这个 Turing 的机器。不久前，这个李嘉彤教授常喜欢写文章，对不对？还写了一个公开报纸登那个文章，说我们的官员都应该去看模仿游戏，因为这个数学家很特殊，他可以动手。当李教授是说工程师很要紧，要国家重视工程师。他说你看这个我们现在什么什么有，你看 Turing 的有，什么什么什么 Turing 有。我说他完全把方向搞反了，都是因为 Turing 的 idea， 后来的电脑才有这些东西。教授好，就是想要请问一个比较算是简易的科普的问题，也不算科普啊，就是
刚刚教授有说到图灵测验，那我说到就是30%，大概30%以上的人分不出来就通过。那就是当初图灵他这个只是一个很简单或是很随性的随口说的小游戏呢，还是说他其实很有精确的想过说，例如说为什么是30%，然后要给哪些人测验才算通过之类的？好奇了，这个测验的过程每一步，你要把它精确化，可能都损害了他原始的想法。不仅包括多少时间、多少问题、谁来问、问的人怎么样，整整每一个环节都可能产生问题。所以我前面特别讲一句话，图灵是很相信电脑最后的行为，让我们觉得会有思想。或者这样讲好了，你们家养的这个宠物小狗的话，你会说它没有 intelligent 吗？你认为它没有智力吗？它不会思想吗？跟你狗怎么想，你能想象吗？对不对？所以图灵要强调，就是说有些东西到后来，你从那个行为上，你不能否认说它好有一种思想的东西。虽然它的整个过程构造中也许跟我们人不一样，所以他写这个文章的时候，他本来并没有太严肃把这个文章当作一个学术性的论证文章嘛。我前面讲，他跟他学生在写的过程中念给他们听，一面念一面得意说这样，因为他后面还有举出来有几种九种吧，不同方向来反驳他，包括宗教人士啊什么种种，然后他就好有点那个戏弄他们，开玩笑，每一个把他们打破。所以他说我的文章是一个 propaganda， 要宣传，要让大家慢慢体会说电脑将来可以像人一样思想。所以他说30%种种，也不是完全玩笑，意思就是说大概到这个层次就已经，你在那个幕后如果不晓得对面怎么样，有30%都觉得这个是个人的话，对不对？某种程度你不能说他完全没有思想能力吧。所以这个都是一个斟酌性的东西，没有办法严格。可是后来变成别人要办这个比赛的时候，就非要把规则都一一定死。一旦全部定死以后，某种意思我觉得其实是有点，你知道有些事情不能完全搞讲得清楚，讲清楚就反而丧失了原始那个味道了。所以现在 Turing Test 不管它再怎么增加那个，都会有种种的这个争议啊。比如说5分钟，为什么5分钟呢？多问个半个小时可能就露了马脚，对不对？譬如说那个 Eugene Goosman， 那专家说这像话吗？才5分钟，这不有人说他专家问的专家问题，不要5分钟就知道他是一个很糟糕的 program， 是有这么样一个背景是。所以我想 Turing 没有想到他那篇文章后来会变成这么样一个重要的心灵哲学上重要的这个文章给大家这样来研究。好，祥学。李老师，我想请问一个刚才顺着这个模仿游戏问下去的问题。所以图灵当时这个无心插柳柳成荫的那个这个游戏，它是否对后来现在近代大家在开发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的部分是有很大的影响？还是说现在的 AI 的研发在这边做人工智能，其实跟这件事它设定的没有那么绝对的发展关系？这样。谢谢。第一个先回到这个 imitation game 啊。他其实大家读读他的文章啊，这文章不一定很好读，就千万要读了超过第一段了、啊。他开始问说机器会不会思想，到最后他说我把这个问题换成另外一件事情，就做后面那个 test。但他那个 game 啊，其实说是个 game， 譬如他跟这个冯诺依曼有一些很短暂这种，就发现有接触过。冯诺依曼不是有名的 game theory 的创始者吗？可是 Turing 从来没有对那个 game theory 表示过什么特别的兴趣啊。所以这里他用一个 game 意思，就是说他是一个这么一个做的事情。没有太大那种游戏的那个味道。那么后来别人怎么解释呢？另外一回事啊。对后来的 AI 有没有影响？我觉得有很深远的影响。深远影响并不是具体的执行怎么样，而是说它标示了这么一个方向，对吧？所以这个事情做了这个事情，才表示说机器到底有没有让人觉得它是会思想的事情。那么 AI 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努力要做的事情，就像它讲人话嘛，让人觉得这个机器像人一样。而最早 Turing machine 的这些动工作，一个很重要的推动的人，是 MIT 的一个 AI 的早期的大师，叫 Marvin Minsky 啊。如果大家关心这方面会知道，这位老先生其实当年来过台湾访问过啊。很多年前我在中研院就最早搞的认知科学计划啊，我们有一个机会他刚好来台湾，我还跟另外一个人陪他去到处走走，跟他聊天中间听了很多东西。他最早写了一本书叫做 Finite and Infinite Machines 啊，把 Turing Machine 机器，他又用他的一些方法改，把他这个不是。急的，可是比原来论文看起来容易，变成蛮长一段时间很重要一本参考书。而在那里面，他甚至把这 Universal Turing Machine 那个 state number 降到好像只有4个还是几个，反正整个你以为那个万通用的电脑一定很复杂嘛，是别人能做他都能做，可是你经过适当的 coding 之后，那个机器本身的设计那个程式可以简单到简直你难以想象的简单，这个魔鬼都藏在不知道藏在哪里，你知道？当你用了
powerful 的 coding 方法，把问题都变成编了码了，魔鬼藏在编码里面，那个程式本身就变得非常简单。所以这个研究有很多个不同的面向展现出来，你刚开始不熟悉会觉得非常的诧异，后来你就发觉就不稀奇。所以我觉得 Turing 这个文章就是好像给了人一个目标，一个方向，而且可能是一种信心吧。因为 Turing 为什么他会对电脑可能会像人思想比当时别的人都有信心，其实第一个是他理论上当然他有一个深刻的认识，还有通过他这些解码什么种种的工作，在那个过程中 Bletchley Park 大部分的工作人员都是这些女性的 computer， 就在电脑上做那个矮板，他们那女生都不知道在干什么了，天天就照那数字啊，并那码字什么照着写啊干什么。突然你就发觉说这些人没有用任何的大脑要做额外的思想，就照着规矩去搞，整个系统全部就能运作，所以加强了他对电脑在行为上表现出来好像人脑思想一样这个信心，你知道。然后这个中间他自己学会了很多电子方面的知识，机械方面的东西，种种种种，所以他后来对这个事很有信心。可是我就说你要回到那个时候文化背景，当那个时候的英国社会，他跟人家讲说电有一天这个机器会跟人一样想，那第一个宗教人就想上帝没有叫机器想，上帝只要人想，就完全不能接受这个事情。所以我前面有提到他在 BBC 利用那个广播电台还特别讲这个机器可以思想，但是很可惜 BBC 没有留下来这个广播的录音，所以今天我们找遍了，后来我看那个 Hodges 讲没有现存的 Turing 的声音档，否则的话今天放了那个 John Clark 应该放一段 Turing 的声音给各位看听听。我们只知道 Turing 讲话声音比较高比较尖，而且有点口疾，但他的有朋友讲说他不是真正的口疾，而他在讲话中间他讲得很精确，会思想，他想的时候就会声音就要拖起来，所以人家觉得他是这个口疾。而且他想问题就是说很有非常精确，比如他当学生的时候，那有一次考题就说某某某就 What is the locus 这个轨迹是什么，他就写了个答案出来，那是正确的，可是老师是希望学生要把过程写出来，他怎么就崩的挑出来一个这答案来，就说你怎么跳出这个答案，你这样打法不行了，不能给你满分了。那 Turing 说你问的是 What is the locus， 那 That is the locus 就非常精确，你知道吗？ Yeah.教授您好，我想请问一下，验证码被称作是一种反图灵测试，那为什么它叫反图灵测试？图灵测试跟反图灵测试差在哪呢？哎呀，对不起，我都不太知道什么叫反图灵测试，你能多说一点吗？就我是大概看到它是说验证码就是一种反图灵测试。就是我们不是上网，有时候登入账面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图，然后要你输入英文字母或数字、这真的对不起，我不知道他们这个名词是怎么来。而所谓验证码，一般并不是那个密码编密码，通常只是说你传讯中间可能有些符号会错，所以另外加一些什么额外的这个讯息在里面，然后您走。哦，所以平常那个网站你故意搞奇奇怪怪那些东西，那个我想我不知道，我对那个后面背景知道有限，我觉得跟我现在讲这种计算理论有关，这个 Turing 这种密码好像不是太直接有关系吧。我不太敢回答这个问题了。对，谢谢教授。好，那边一位。我想问一个跟电脑比较没有关系的问题，因为你有在最后讲，老师刚才在有讲到 morphogenesis， 就是图灵他后期的一个研究，然后其实我是因为这个东西才认识图灵的。那我很好奇，他那个时候的科学还有科学的发展背景是怎么样 inspire 他去想说要做这个东西，就突然他会去想做生物这样的东西这样子，因为他之前做的都是数学或者是 machine learning 之类的，我觉得这题目还蛮特别的。这部分理论我自己下的功夫比较有限了、我只记得是说在之前呢、英国有另外一个蛮特殊的名字，像我现在有时候这名字记不太清，是叫汤姆森，他写了很厚一本书叫做 Form and 什么形式跟什么，就专门研究这个动物的形式种种的，就为什么你比如说大家最常讲的说比如向日葵里面会有什么 Fibonacci number 产生啊种种这些东西。那么在19世纪20世纪的时候，一般生命科学家不太研究这个东西的，但当时有一个蛮特殊的一个人，只是我他的名字我现在已
一下完全记不太得，但他 有一本名著就是了，很厚的一本书，完全从这种等于是形体上面的这些数学的形式来讲，来讲这个生物生命体的这些构造。Turing 是很受这个书影响，所以他很受这个，这是一件。第二个就是说，好像是看他是说他利用这样的意思来表示什么？哦，设计论，他对设计论，所以一切都上帝设计的，他不太能接受，所以他希望通过数学的方程式告诉你这个没有什么奇怪。假如你那些基本的原料在那里，它有一些利益的作用，自然而然会演化，会产生出来这些 pattern， 这是他蛮重要的一个出发点。我讲起这个，我想起，因为你一开始有讲到他对那个老师对他念这个旧约的这个态度，新约的态度，有意见。对，那这个因为你讲到设计论嘛，所以有没有记载对他的宗教信仰的理解？我没有特别有系统的去找，但是浮光片影的这样看过几下。包括就是他那个模仿游戏里面也有戏弄那些宗教人士，基本上我觉得他是不是太倾向接受这个宗教的那些说法。这个问题陈玉教授是不是可以有补充，就是关于 Turing 为什么研究起这些 pattern formation？ 其实我虽然自己是做这一行，也号称他是我们这一行的开山祖师，但我坦白讲，我不晓得他真实的来源是什么样子。因为我去看他原始的那个论文的时候，他也完全没有提到任何的那个起始的想法。你看起来就好像忽然间，他就哪一天他就觉得说，哦，我现在告诉你们一件事情，数学可以解释生物学的现象，然后就把方程式就写出来了。很抱歉，我没办法回答。不，国文讲的对，他那个知识来源就是前面那个。其实那本书我知道，那本书我其实我有对 Thompson， 他那个作者 Thompson， 方程的 form 还是什么什么，对，类似这样子。谈这个生物形 form 的形态，所以是有个前驱者这样。对。好，那边最后有一个，请问一下，就是您说他在大学时期。然后，就是发表很多很多原创性的那些 paper 方面的东西。那本来我是很好奇，说他为什么突然转变这么，感觉像他突然转变这么大、啊？那后面有什么原因吗？就是通常人家那个研究不是都是要一阶段承接一阶段吗？那他那些他那些研究好像每个都是有原创性的，像刚才说的，你刚刚说那 parent 的问题。他就突然让人家觉得说，哎，在生物上面应用也很不错，这样子。这个很有意思，这电影里面插了一个不是史实的，就最后那个女的回来跟他讲话，他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因为你不 normal， 你如果 normal 的话，很多人战争里有人死了，有的事情就不会发生。他就是个 genius， 你知道，有人就不肯承认说人间有天才。我是认为人间有天才，尤其我们念数学的，那真正有天才，不知道他大脑怎么长。所以对他来讲，就是他对一个事情，他就突然有兴趣。有兴趣，然后他就从最基本的原理去想，呀，对他来讲，这是一种说一个深刻的问题引起他的好奇。譬如他的逻辑的体系，到后来二战之后，有人把这些逻辑来研究，不是说只是计算。譬如说你有一个 group theory， 群论，用符号写下来以后，那群论的定理是不是可以机械性的，如何可以把它判定下来，诸如此类问题。就有一次他在 Manchester 的时候，有一次这个反正讲演讲上课，反正 anyway 他去听人家讲说这么一个问题。包括那个 Peter Hilton， 我刚刚前面提那个年轻人，他当时是本来是在Oxford， 然后到了这个 Manchester， 就那个突然就说，哎，我都不知道有这个问题。那 Peter Hilton 那个 Hilton 就想说，哎，我这个年轻人都知道，怎么他这个大这么有名人他不知道？他其实不一定他就知道很多，可是一旦让他引起兴趣以后，他说，哎，这个问题有意思，我回去想想看。两个礼拜以后，他就讲说这个问题我解决了。关于群论的某种是解那个字啊，两个字是不是等价？他说我解决了。他说下礼拜我来讲给你们听。然后下礼拜他说，哎呀，我中间犯了一个错，我不能解决所有的 group， 但是我可以解决满足消去率的 semi group 半群，但是总之也是个重大的进展。哎，他就两个多礼拜集中精神从基本原理他解决一个问题，你知道。所以我想这种头脑就是说不一定人的人脑发展都一定要有一个什么特别的因素，所以过了那个门槛或者什么闪电打到脑袋了，或者什么半夜这么做了一个梦，然后才去受吸引，不晓得。这就是人脑让人觉得这个好奇的。而我们对真正了解人脑运作还 long way to go。 好，不讲起这个你说 Turing
因为他的 computer 最原始就是人嘛，人在 computer， 人当然是一个 computer 吧。然后你说，因为在这个他们这个解密过程里头，他们的确用了很多的 human computer， 例如说是女人，对不对 ？OK， 这些。那么所以你刚才讲说，你猜想这个让他觉得说你在做计算，那这个当然你从结果来讲，你是在做思考，可是这个其实只是依据一些很明确的这个规则在做，所以他觉得说，人做的在这上面其实跟机器应该没有什么差别嘛，对不对？所以某种意义上，机器也可以做人的事情，也具有某种的这个intelligence， 对不对？那就让我想起，有时候我在上课 ，OK， 那你上课总是有些地方要做计算嘛，要告诉学者做计算。我说好，那这个很好，我们现在脑筋可以休息一下，我们就 follow algorithm， 就这样做计算。因为你刚刚也提到这个乌兰，那乌兰也曾经，因为他跟 von Neumann， von Neumann， 是这个好朋友，所以他曾经评论过说 von Neumann 的头脑是非常快的，这是他所碰过最快的，而且是思考是最逻辑的。OK， 但是他说他觉得 von Neumann lacking in 平常，例如说他科学家或物理学家所有的这种 intuition。所以我刚讲说，有时候计算，我想我们每个人大概都可以，就自己是有这样子的经验，就计算好像不费脑筋，你其实没有真正在用脑筋，你在做计算的时候不见得是在做思考的时候，而是在那个事前事后，你在事前你要去想说你到底要做什么计算，事后要了解你的计算是什么意义。所以其实这个，其实我想这只是显示说 intelligence 的意义是很麻烦的一件问题，你怎么 define properly 什么是 intelligence， 它大概是有很多元很多的 component 的面向。 Turing从来不尝试定义什么叫 intelligence，okay。 他晓得 intelligence 没有办法，他都没有这样讲，基本上 intelligence 没有办法定义，我们是对某些行为种种，就跟说什么是可计算一样，所以不要落入泥淖，所以他从来不尝试要去正面回答你说机器到底有没有思想，什么叫思想中，他那个第一段有大概讲说这个问题基本上不能回答。而我们人脑，你刚刚讲的计算中间好像没有动大脑怎么说，那是我们的 hardware 在做事，大脑在动，是你大脑的另外一部分，不知道你的大脑这一部分在怎么动，对吧？大家了解我刚刚讲的意思吗？你大脑有很多你自动的在那边做的事情，你平常觉得你在思想，是你大脑不晓得什么部分的功能，当时那一部分功能没有 monitor 你那一部分你觉得没有思想的功能，没有告诉你，没有让你显现出来，所以这个大脑是非常复杂。将来我们到底是，而且大脑有意思啊，靠大脑受伤来了解大脑各分功能，有时候一个脑袋受伤的很厉害，剩下功能还很多，有时候不知道什么叫受了一点点伤就变得非常的糟糕，所以非常神秘一个东西。那么作为一个数学家来讲，我们世界上顶尖数学家很多，各有各的风格，每个人思想他脑筋到底怎么想的数学，让他讲一讲他那个感觉干嘛，有时候是非常偏差的非常大，有人非常会计算，有人完全是另外一套，所以我们实在是 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值得我们想的是跟这个模仿游戏可以对比，就是我刚刚前面讲你家的狗会不会思想，你只要考跟你的宠物好好过的话，你觉得它一定是有智力的，对不对？可是它不会讲出来给你说它到底怎么想，知道？所以到底什么智力是事实。好，我们大概在三四分钟的 Q&A， 还没有问题？老师，你可以就是稍微讲一下，就是图灵他在就是群论上面的贡献吗？基本上他不是在群论很深，群论本身深刻的贡献，要就群论我刚刚讲有一种问题，群论粗略来讲又叫 word problem， 就是你一个群的符号把它写出来以后，比如同一个群的东西，这一串符号运算完得到一个元素，可是它也许另外一串符号运算完了也是那个元素，所以我如果写两串这样像文字一样的文字串，然后说这两个是不是到最后运算完就是同一个这个东西会相等，这个有没有一套机械的方法来判定这个事情，能不能把这个问题丢给一个 Turing machine， 比如说丢给电脑来替我判断，基本上只要这个群稍微有点构造的话，基本上是没有这样的机器存在。在这种群论上面的这种机械性有没有机械性解决的这一方面，它有几个 paper 是有点这个抄袭人家创造，但是对群论本身代数学家感兴趣的那些群的结构干嘛，它在那方面并没有花功。
好，我问最后一个问题啊。刚才我记得有一位朋友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逻辑学家跟数学家算不算这个领域算不算同一个领域嘛？啊，这个啊。似乎台湾数学系出来，你说你最初出去是做这个数理逻辑研究的，是这一方面相对的，我几乎恐怕除了你，我还不认得有另外一个这个数学背景出身的念数理逻辑。抱歉，我应该修正，其实是有一个，我现在想起来了，我八零年代去到美国 Berkeley 念书的时候，这个 Berkeley 数学系有一位台湾出去的留学生，可是在那边念了十来年。那还没拿到博士，所以其实是例子是不多的，对不对？对，在我出国念数理逻辑博士之前，只有我的老师刘世超先生，那么他当年是 Wisconsin， 他跟的指导教授是这个 Church 的学生，他很有名的一个逻辑学家叫 Kleene， 所以我是台湾第二个拿数理逻辑的博士，哲学系统不讲的数学的逻辑博士，在我之后有中原现在的董世平教授。有台大的庄正良教授，他可能回来以后他不搞逻辑，搞不是，我现在也不搞逻辑，改变。董世平教授还搞很长时间的逻辑，然后有在东华大学的那个魏哲仁，台大学比较年轻的，有一位在那个一所大学有一位年轻的教授，也都改行，然后还有一位在大概我看不超过十个人吧，是有一些数学逻辑的博士。但是很悲惨啊，就是几乎没有一个现在有机会来教数理逻辑，就说 Turing 在数学界来讲是这么样的，对人类文化有深刻贡献，在我们台湾现在的数学系，我不知道你们有印象，我都没有一个印象哪个数学系要开数理逻辑课。我从1976年拿了博士回来，没有机会教逻辑课，一直到十几年以后，我第一次教逻辑课，不是在数学，是在中正大学的哲学。是不是普遍大家对于这个领域的印象就是说它是有问题，可是这些问题都很难，而不像是说其他一些领域的问题，就是可以把它切成 manageable 的 workable 的，可以在五年结束的一个博士的一个 project。它也有起伏了，也不是说每个地方都变成那样子，主要是它讨论的问题跟大部分数学家讨论的是有点距离，所以那大部分数学家的成长过程里没有这个基本的训练。所以对我们这个思想的问题干嘛不熟悉，哦，那当然也涉及到现实的这个图存啊，学术要争取地位种种，那在60年代数理逻辑有一个高峰，哦，特别有人得到那个 Fields Medal， 关于这个公设系统独立性啊种种。我当初年轻对数理逻辑有兴趣，是因为那时候知道这些事情。可是那个高峰过后，现在当然剩下问题很多很多很难。但数理逻辑在数学界里面不能存身，不太容易存身之后，事实上它只是改了另外一个面具。今天到计算机系里面讲计算机的理论基础的，其实就是说我自己叫做应用逻辑，哦，但数学系里面没有。但我觉得比较遗憾，就是说数理逻辑基础的部分，特别是对人类文化 impact 这么大，我觉得数学系 学生比如一个学习的课干嘛，至少你一个文化的教养，你这个学科的文化教养。但是我们现在台湾不止数学，别的学科一样，大家都只重视技术性的教育，然后觉得你出了校门要就业问题，哎，未来不要多少年的工薪都过时了，对不对？新的工作线还没创造出来，但你的文化基础一个不重视，一个可能就是老师们大部分也没有那个基础，所以讲不出所以然来，哦，所以我们这个数学界里面现在大概没有什么会去开一个数理逻辑的这种。你刚提到这个60年代有人拿 Fields Medal 就是在数理逻辑，就 Paul Cohen， 对对，那我才想起来，你也是因为你讲才想起来，我这两天因为刚好在翻一本这个数学的新书，是这个叫做什么The Birth of a Theorem， 是一个最新的一本，一个法国数学家写的书。我读到他说 ，Paul Cohen 其实根本不是从数理逻辑背景出身的，可能甚至可能是做几何或什么的。可是他就是被这个问题这个吸引，然后他觉得说任何数学问题没有背景还是可以进去把它做出来，而他就是这么一个例子。所以我也不会太惊讶，就刚才有人问说像这个 Turing 很多问题他不见得原先认的，他也无所惧畏，就进去就好好想，就想出来了这样。所以我也许应该讲，就数理逻辑如果以 Paul Cohen 为例的，但 Paul Cohen 可能是一个 genius， 也许 不好以他为榜样，但是的确是有可能你原先没有很深厚的这个数理逻辑的背景，不是说我一辈子从博士训练就是做数理逻辑而能够在这上面解出问题来。那其实也不止数理逻辑了，反正数学家有这种很
俊逸人才突然冒出来，对我们来讲是不稀奇的事。你要讲起这个 PJ Cohen， 确实是也是个特殊人物。他当年是芝加哥大学，他念的是分析啊，分析，哎，古典分析方面。然后芝加哥大学那时候当然也是美国几个非常先进的数学系，包括我们陈寅生先生当年在那里。据说吧，反正就是那数学系常就有一个所谓 common room， 就大家在那里喝喝茶、聊聊天那种地方。那 PJ Cohen 因为是一种脑筋也是特别快的这种人，而特别喜欢挑难题做，这跟那个美丽心灵那位 Nash 差不多，所以 PJ Cohen 常就问说：“哎，你那个行里面什么问题还没解决？”不知道不知道什么人就跟他讲，他就有兴趣，他这个逻辑啊，什么集合论，对，你那个里面还留下什么问题没有解？有人就跟他讲说：“哎，这个选择公设跟这个连续统假设如何如何没有解决？”那 PJ Cohen 说：“好，我来想一想。”哎，就是啊，他就是从零开始。因为他从零开始，而且他当时脑力特别厉害，他完全走了一个完全不是人家原来走过的路，全新创造了一套理论基础，叫做 forcing， 专有名叫 forcing， 然后就解决了这个选择公设跟那个连续统假设的独立性。这个做完，他就得了大名，40岁以前得 Fields Medal， 到 Stanford， 然后一样，他问下一个大问题是什么？有人跟他讲是那个黎曼假设，所以他做了一辈子黎曼假设就没有结果出来。好。这个我们今天时间已经到了，也只能到此为止。是不是我们再给李老师一个掌声？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花这么多时间在忙。